没错，那都不认识买。对。这个不认识。好。向大会报告，今天签到出席议员已达法定开会人数，现在请主席林立长宣布开会。理事长，办公室副市长，本会议员同仁，市府各机关所长，各位民意代表朋友，我们现在开始开会。宣读第一次会议记录。台中市议会第二届第一次定期会第一次会议记录，时间中华民国104年4月23日星期四10时40分，地点本会议室堂。主席宣告开会，讲报告议事日程、决议、修正后通过修正事项：一、6月9日议程第三次会议改列4月27日，议程修正为专案报告《台中捷运绿线公安事件检讨报告》；二、并应请台北市捷运局列席专案报告；三、原议程往后依序递移，如日程表。以报告市政府来函：一、台中市政府104年4月1日府受密联字例104-007-2600号函，简送归会第二届第一次定期会本府提案，本市104年度地方总预算第一次追加减预算案等13案进行审议决议，请各位议员同仁自行参阅。二、台中市政府104年4月2日府受主一字第104-007-5695号函，简送104年度台中市地方总预算第一次追加减预算案进行审议决议，列入议案。三、台中市政府104年4月13日府受主一字第104-008-0060号函，简送本市104年度总预算1至3月动支第二预备金明细表一份，敬请备查。决议同意备查。四、台中市政府104年4月15日府受严重字第104-008-5854号函，谨送贵会第二届第一次定期会本府施政报告及业务工作报告，请查照。决议报告资料请各位议员同仁参阅。五、台中市政府104年4月16日府受环重字第104-008-7205号函，有关本府提送贵会第二届第一次定期会市政府提案应重复提列104年第一次追加减预算案与先行垫付案，请同意撤销编号第9及第10先行垫付案，免予审查，请查照。决议同意撤回。六、台中市政府104年4月17日府受督管字第104-008-8438号函，为本府都市发展局办理内政部营建署补助建筑物实施耐震能力评估及补强方案，经费新台币20万元者，办理先行垫付案第8案，未免办理赈灾主汛之期程延宕，原办理先行垫付，为先行垫付案审议时程与104年度第一次追加减预算审查时程重叠，会请贵会同意撤销，请查照。决议同意撤回。七、台中市政府104年4月17日府受财务字第104-008-9000号函，简送更正后本府社会局等机关办理先行垫付案提案第7案，敬请贵会纳入第二届第一次定期会审议，请查照。决议一、以议长交易提案处理，各案编号以交易议字号编列。二、以上7案交付相关委员会审查，并抽签市政总执行及业务执行顺序，如附后执行顺序表。丁、财政局主计处报告台中市104年度地方总预算第一次追加卷预算案编制情形，提出询问议员杨振中、陈成天、李忠、刘世洲、朱乃英、吴琼华、李丽华、黄其嘉、张丽杰、李荣宏、严丽敏、罗永珍、黄新慧、陈正显、杨永昌、陈淑华、李天生、张廖万坚、陈世凯、戴家维、赖顺仁、曾朝荣、范松玉、苏庆云、苏博兴、
吴敏济、何敏成、谢志忠、何明杰、蔡雅玲等议员误三读议案第一读会。市政府提案第一号案，减送本市104年度地方总预算第一次追加减预算案，进行审议决议，三读议案均完成一读，交付相关委员会审查。散会，此事10分以上。好，各位同仁，好来，好，吕中仪有什么？好，谢谢主席、市长、各位市府主管、各位媒体朋友、各位议会同仁，大家早。我们昨天在混乱中，主席宣布散会。我要特别强调，请主席待会可以调我们昨天最后的录影画面。根据本会啊，这是本会台中市议会议事法规，根据本会议事规则第7章第36条啊，先讲第35条。第35条就是市法规案及预算案应经三读程序为之啊。第36条所谓的第一读会由主席将议案名称或标题宣布朗读之，全案内容有宣读必要者得指定人为之。议案于宣读名称或标题后应交付有关委员会审查。昨天我们主席很肯定的没有做这些动作，因此并没有依照本会的议事规则完成法定的程序，因此本席建议主席请你办理变更议程，回到昨天的议读会，否则下个礼拜各委员会的审查预算案没有完成法定程序以前不能进行。请主席调阅昨天的录影带确认之后，请你办理。我知道你的意思了，我知道你的意思了啊。我先到位报告了哈，完整一读，我确定有先读的啊。那三个法规案没有朗读，那是有了。三个法规是没有朗读，真的是没有朗读了。哦，都是三部，第三部太难了，那个。昨天的最后的录音再放一下。完整一，我说了，追加预算的已经交付委员会了啦。什么伪造文书？我跟你讲了哈，没有完成嘛。不然你调阅调阅。那干脆我叫秘书长解释一下，请坐，请坐，好来解释一下。好好。调录音带出来看呐。方议长指示哈，向大会报告。昨天在讨论三读议案一读的时候，第一个议案就是我们的追加减预算。经过大体讨论完以后，那个议长就宣布停止讨论。所以呢，议长就宣布那个完成一读，然后说那个有关三读议案的经完成一读，我们。请坐，请坐啊！休息十分钟，休息十分钟。
好了，各位议员请坐，我们继续开会哦。好，请坐哈、哦！啊，各位议员请坐，我们现在啊继续开会哈、哦！啊，向大会宣布了哈、哦，你中所提的意见了哈、哦，明天早上哦，我们变成议程了，哦，拜一啊，礼拜一早上哦，我们就把它完整第一读会了。好、哦，好来，请坐，请坐啊！王先生，王先生，请问啊，大家好。啊，其实今天施政总报告也是大会的一种，那不要等到礼拜一了，本席在这边建立提案的动议，是我们现在马上变更议程，把互为一读会的程序正义走完完成，而符合议事规范哦，这么的话就真的待会啊，那我现在提出这个动议马上就变更就好了啦，不要等到礼拜一嘛。好，好啊，请坐，请坐，好。啊，好、哦。现在黄锡浩议员所提的案呐、啊，哦，现在就变更议程，有没有人会议？好了，那会议完整了、哦，那我们就先变更议程了，哦。我讲啦，没啦，我听啦，没啦，你听，听着，没啦，你不想要坐啦，坐啦，哎，请坐啦，请坐啦，哎，听着，啊来，哦来啊啦，来，来，刚才我所陈述之意见是提出动议案。现在请变更议程，将现在的市长施政总报告往后延。那现在的动议是补昨天程序正义的不正，我们现在马上来补昨天的程序，互为一读，好不好？这简单啊！好，各位我有意见。等一下，都变成一个人完整一读一读会，我们是昨天的第五项嘛？第五项嘛，还来哦。好、哦，来，刘主任。对的，主持人哈。昨天啊，在报告这一个议案来关于预算案议案的时候，是那个议长主席，你给我们议员同仁来发言，对不对？总共这里面议事里面有30位议员同仁，30位里面有16位。要把案退回去，好、啊，你应该要让我们的同仁的意见，人家在处理动议案，你先做了啊、哦。好，那现在就我们就开始一读会嘛。对，来，现在由议事委员先读一下啊、哦。三读议案第一读会，市政府提案第一号案。简送本市104年度地方总预算第一次追加减预算案，敬请审议。第二，市政府提案第二号案，简送制定台中市空地管理自治条例草案，敬请审议。市政府提案第三号案，简送修正台中市道路管线工程统一挖补作业自治条例部分条文草案，敬请审议。市政府提案第四号案，简送台中市里林编组及区域调整自治条例第八条、第十条修正草案，敬请审议。以上，以上完整一读，交由我们委员会审查。好，来，杨宗安委员来。谢谢议长哈。我想昨天发生的事情啊，李中今天早上提的是完全正确。我们不能害我们的议事人员
做伪造文书的事。那么我们希望这个程序能够补正。那么这一个当初我们有将近十六七个议员啊，都主张要请我们台中市政府对违法的预算重新检讨之后再送到我们大会来啊。那么这一部分，我想这一部分我们应该要提出来，大家来做协商一下啊。然后我们把这个程序走完嘛，啊，把程序走完啊，走正确啊。有十六就是同意退回就对了，好，那完了，没了，好了，请坐，请坐。我退了啊。休息十分钟，政党协商。政党协商来，啊，来，黄锡佳、张丽杰了哈，还有杨振中、李忠哈，还有陈淑华，还有谢志忠这样子，可不可以？还有陈金龙，哎，还有陈金龙，要。啊，还有杨永昌啊，来。好，来。好啦，给你报入啦，报入啦，好，给你报入啦，哎，好，好来，来，后面来，我们就用休息室那边哦。
我各位议员请坐哈，我们继续开会哈。好，我们继续开会哈。那现在由秘书长先读一下哈。向大会报告哈。就刚刚黄其嘉议员所提的动议案哈，经大会同意的话，我们就今天变更议程。然后第一项就是完成昨天先完成昨天未完成的一读议案。这个变更议程，请议事组人员先读。三读议案第一读会，市政府提案第一号案，减送本市104年度地方总预算第一次追加减预算案，敬请审议。市政府提案第二号案，减送制定台中市空地管理自治条例草案，敬请审议。市政府提案第三号案，减送修正台中市道路管线工程统一挖补作业自治条例部分条文草案，敬请审议。市政府提案第四号案，减送台中市里林编组及区域调整自治条例第八条、第十条修正草案，敬请审议。以上。以上追加减预算案哦，完成一读，交由相关委员会审查。以上三案完成一读，交由法规委员会审查。好，继续。市长施政总报告。我们市长请。林议长、张副议长，各位议员女士、先生，大家早安，大家好。新逢贵会第二届第一次定期会，嘉隆应邀列席并进行施政报告，深感荣幸。书面资料已于4月15日送达各位议员，在此进行口头补充报告。首先要感谢各位议员，那么一读会通过本府提出的追加预算案，议员对于预算的把关，市府绝对尊重。未来市府也会在议员的监督下审慎运用每一分钱。而在开始报告之前，我也要感谢各位议员先进、全体市民以及国人对于4月10日本市发生捷运公安意外的关心。市府团队很自责未能事先避免憾事的发生以及民众的伤亡。身为市长，每位市民都是我的家人，在得知讯息的第一时间立即反国召开专案小组会议，并请全力做好紧急救难以及各项的善后措施。为了避免憾事再次发生，我们也以最开放的态度接受各界的批评，秉持诚实面对问题、深入检讨缺失、勇于承担责任、积极有效改善的态度来积极办理。整个事故市府责无旁贷，为保障市民免于恐惧，已促使捷运工程目前全线暂停施工，并要求台北捷运局聘请第三公证单位进行安全检查，在确定没有余力之后才会再行复工。此外，市府也已向中央争取扩大本市劳动检查权以及员额编制，赋予本市相对应的权力与能力，保障本市的劳工安全。至于议员关心的权责归属，本府也会积极配合检调及相关单位追究司法上及行政上的责任，务必给死伤者及家属一个交代。很多议员也关心
这四个月以来，新市府做了些什么事情？我从几方面简要来向各位报告。首先，政府的施政是延续的，因此我们以理性、客观而且务实的态度进行重大政策的检讨，包括2018花博或是2019东亚清运等好的政策，我们会站在前人已建立的基础上，努力完成市民托付的使命。至于有疑虑的政策，我们也会有所改革，发挥有限资源的最大效益。另外，市府的新力措施由行动100开始做起，包括89项行政革新、87项行动100的方案以及85项流程简化方案的实施，都已展现初步的成果。例如，延长中小学校园开放时间至晚上10时的新措施，广获市民的好评。以教育而言，好的政策能创造多重的效益。本市自今年9月起，将补助营养午餐每餐5元，不只让253000名的学童吃得健康、吃得安心，也会要求学校提高在地及非基因改造食材的比例，并进一步做到地产地销，发挥政策的最佳效果。此外，龙津国中顺利成为本市第10所市立完全中学，不只是乌日大肚龙井地区市民的福音，也是我们致力均衡教育资源、拉近城乡发展差距的一个具体成果。当然，繁荣经济是成就宜居城市的必要条件。市府除了推动新五农政策，打响本市的农业品牌，也正加速工业园区用地的开发，以方便厂商设厂投资。另外，在本府的协助之下，台积电中科18寸晶圆厂环评案终于顺利通过，成功留住台积电在大肚山中科5期高达7000亿元的扩厂投资案。未来，本府也将督促台积电落实包括每年收购1000公顷的稻草，清洗8100公里的街道，同时进行大肚山文史生态保育调查等等承诺，让我们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能够兼顾环境的保护。在观光方面，2015台湾灯会是我们面临的第一个全国性的大型活动，在同仁的共同努力之下，灯会成功创造了1375万人次的赏灯人次，并带来超过上百亿整体产值的加绩。未来我们也将参考此次的经验，把2018的花博和2019的东亚清运办得更好。在文化方面，根据上周《天下》杂志公布的调查结果，台中妈祖国际观光文化节今年以优质的服务特色与文化创意，超越了宜兰国际童玩节、台东热气球嘉年华等活动，摘下金牌服务业调查，也就是节庆活动类组的第一名。这就是专属于台中的特色，以人文为底蕴所形成的文化活动。另外，为强化道路交通安全，我们也致力改善5大瓶颈的路段以及100个易肇事的路口。改善交通、改善治安是市民的2大期许。本市今年1至3月每10万人口的全班刑案发生数总计285.9件，在6都表现当中排名第2名，降幅18.19%，更是排名全国这个在6都当中第一，显见本市的治安防治策略已见成效。另外，为因应汛期的来临，本府除加强建制抽水站等防汛准备，并于鳌峰山公园及平林公园建制滞洪池。而对于干旱的威胁，我们也已启动抗旱的机制，致力减少民众生活的不便。在社会福利方面，我们提出了全国首创的0到6岁托育一条龙的政策，未来每年将增列
11亿3000万元的预算，造福43000名的幼童，有效减轻家长育儿的负担，同时解放妇女的劳动力，发挥预算的效益。此外，对于本市65岁以上的长辈，我们今年也追加编列预算至4亿元，预估补助10000位的长辈装假牙，让长辈吃得健康，笑得开心。而为了发挥区域的合作力量，中彰投3个县市以中台湾崛起作为共同的发展的愿景，过去4个月来以跨县市、跨党派、跨议题为核心，借由中彰投区域治理平台的运作，也达成了包括观光联合行销、区域联防禽流感、推动跨县市道路桥梁工程，以及启用食物银行、中彰投物流平台和台中市仓储空间等等16项的合作共识。未来我们也将持续深化合作，创造区域的共荣。经过这4个多月的市政的一个各项方案的推动以及全盘的检讨，本府提出104年度的追加减预算需求，包括路屏专案、道路桥梁养护的工程、托育一条龙以及老人假牙补助等等计划，皆与民生迫切相关的一个建设和福利事项，合计追加预算62亿9000万元，恳请各位议员先进的支持。嘉龙首次在定期会来进行施政报告，除了过去4个月的施政作为之外，各位议员一定更想了解未来的一个市政的布局，因此我们研拟了台中市发展的旗舰计划。那么以下呢，就初步的一个构想的方案来向各位议员简要的说明。相较于台北市定位为政经荟萃的首善之都，高雄市定位为海洋城市，即使云林县也以农业首都作为发展的愿景。一直以来，台中市呢还没有清楚的城市定位，有感于此，我们提出生活首都作为台中市的城市定位，同时着手规划台中好生活2025旗舰计划，由县及面的角度切入，希望串起大台中的整体建设。建设大台中最重要的是交通的连结，其次是区域的改造，最后则是呢产业发展、观光文化、社会福利等面向的支撑。好的交通发展会带动区域的改造，产业发展也会事半功倍，举办大型活动的效益也才能扩及周边并加惠全市。因此交通型的旗舰计划包括环城铁路生活圈、海空双港国际化、三环三连公路网以及大台中的捷运网等，都将是旗舰计划推动的核心方案。另外我们也规划区域型的旗舰计划，结合交通路网来带动地区的发展，包括丰原水岸花都、清水海线双星、乌日三铁副都心，以及以呢大屯区雾峰等地为主的产业影视产业发展计划，由公路环线及山海线铁路串联起的4个区块来共同架构起原台中县区山海屯各个区域的均衡发展。此外，位处于原台中市两端的文化城中城及水南智慧城，也将成为台74号环线里面的2大亮点，一个是超过100年历史的中区复兴，另一个则是新兴的钻石宝地，一旧一新相互辉映，一起撑起台中市的未来发展。此外，我们也会有各项的加值型的旗舰计划，用来强化各业务领域的扎根与发展，例如托幼乐龄一条龙，将负起年龄、光谱两端人口的照护责任。另外，也会以青年希望工程作为青年专属的旗舰计划，结合产学训用的规划，从育才、用才及留才，创造本市青年就业的友善环境。至于大型活动的举办，也会强调其永续的效益。继2015台湾灯会启动了这个南台中，就是以大乌日地区
为主的发展之后，将接续登场的2018花博将成为北台中的亮点，而2019东亚青年运动会则会以横串我们整个中台中地区为主的运动休闲廊带为中心来向外拓展，打造一个运动的健康城市。过去四年的磨合，台中市的城市发展已进阶到全新的境界，并已做好迎向世界的准备。透过旗舰计划，我们将进一步缝合原县区及市区的落差，并朝向打造台中成为生活首都的目标来迈进。我们深信一座优质城市的市民值得更好的生活，新市府团队将持续努力创造市民最大的幸福。最后敬祝大会圆满成功，各位议员女士先生身体健康，平安如意，谢谢。好，那我们现在就以按灯了哈，来第一位哈，会众委员请发言。感谢主席哈，拍摄啊，各位员同仁今天误打误撞了哈，取第一名哈。没有没有。那个市长，我感觉哈，为你叫屈了哈，来这做无四个月哈，市政报告爱写到这呢搞完的了哈，我感觉头拄啊，咱的张议员哦，丽姐刚讲啊。讲你写家这吼，那刚才写 paper 写上这去了哈。我干嘛讲？你真正未来要施政的主题是在昨天省的这个60亿的预算里面，应该是你的主轴啦。当然，我帮你规划一下，就是老人补助牙齿，哦，还有托育一条龙，还有我们这个社会住宅，以及你的三手线，还有三大复读心，这是你想主要未来。你要做的事情报告，其实你所有头拄仔你讲的这报告，咱讲实，这个有时候是进行中的施政，以及未来的施政。哦，所以我干嘛讲有很多各个局处哦，我将被再次叮咛的时候，各个局处事实上要上紧发条，因为你们都是从各地来的精英呐、啊，所以说你要真的融入整个台中市的一个整个业务的状况来讲，真的无法你自己吸干。我被我认为熊卫生局局长张德奇做了丢，有发现任何的时尚问题就马上要公布出来，你努力走努力看啊，但是要整个一个业务的推展事实上不容易啦，刚才被怪姐打惨，也怪该叫你辛苦了哈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子，任何的一个政策来讲，尤其人事问题一定要稳定，你努尽这啦，我干嘛讲有一些事务官有经验的还是要把它留住，哦，毕竟是伊做啊，叫你顾啊，事务官伊知的物件，哦，你啊，政务官迄个唔免啊，做起来这个都免差别啊。事务官有经验的留下来，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业务能够往前推动，那才是最重要的。哦，包括我们的很多问题，包括我们发生事情的终结问题啊，请你会不会签稿你哈？终结的问题，你当初有对外宣布的凶，要把事情提早。这个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说你们幕僚给你的意见？你是不是可以回答我一下，朱姐？好，谢谢范议员哈。事实上，我们所谓的提早是把过去啊延宕的市府该做的这一些事情啊，把它追赶回来啊。因为根据我们这个终结的三方协议书，我们大概市政府负责的主要一个是土地的取得，另外是它盖好之后的营运管理。那在土地取得，大家也知道，因为征收的困难啊，现在除了增加了将近90亿，好、哦、这个财政的支出以外，也要继续协调场站的开发。那这个部分呢，我们甚至也委由跟003副市长跟台北市政府啊，包括北捷的协调，重新去缩短这个部分的时间。那另外所谓的就是把提早到2018，事实上是因为我们台中市的审计。啊的一个这个报告指出，按照原来啊，如果我们不做些努力，会拖到2020，所以我们把超支在台中市的部分，我们把它提早，就是把那个延宕的时间啊，把它补起来。好、啊，这个是最主要啊。外界有一些把这个所谓的当天的赶工跟是不是我们整个这个终结的这个赶工啊，把它混在一起。
那事实上是我们的部分是强调，比如说平行作业，好，所有行政措施啊可以同步进行的，就不要等到这个局处再下一个局处。我今天要跟你讲的兄，今天大家为了要有这种百日有感，我认为在任何的一个政治来讲，不需要有什么百日有感，应该以民众的安全跟他的一个福祉为前提啊。对，我想安全的是前提。这政策出野心，当然你是讲我要还给人民一个交通的便利，但是你不要忘了，权责不在我们手上嘛。当初你敢会看那个契约书的整个内容？你敢会看？当然有。啊，今麦你不要改管，你敢讲这？啊，我刚刚讲就契约书，我们操之在即的，未来我们来做。我们不是操之在即，我们去协调未来的交通局哈，未来交通局有没有监督的、这个、监督的空间？你回答我一下，未来交通局有没有监督的空间？未来怎样？交通局对北捷有没有监督的空间？这个我现在正请003副市长，还有我们的交通局长跟北捷啊，已经展开协商。我们希望加强，包括议会你们所主张的监督的角色。你点开做要搞了，好不好？你要承诺一下，至少有监督的空间嘛，好不好？请你嘛，我们会努力哈、哦，尤其是向市府跟议会来负责任好，请坐，这样的监督的角色，谢谢。向大家报告哦，终结的问题，明天做那么快再行论了，哦，礼拜一来，礼拜二对哈。哦啊，再来问谢明远，谢议员，请发言。啊，多谢一定哈，啊，各位大家好早哈。我看安市长这份报告哈，相当侪哈，相当大呀哈。有现在还有未来哈，当然快速讲市长有用心哈，用心拍拼，认真想要做市政，哦，大破大立哈，开展新局。但是呢，我发现讲，似乎可能你角色的改变哈，以前是做立委。监督角色在改为啊，市队监诶角色哈，所以调试跟我相共哈。所以我是刚刚讲，你刚刚看你的民调哈，在百日的时候，你的民调六都是排第五，我很惊讶。我看你说你遐认真，遐拍拼，就是真排第五哈。这有啥？你有啥看法？百日的时候，一个民调哈，你的数字满意度是排第五。我想我们很有信心啊，我们在做的东西给我们时间啊，一定会有很好的效果。那这个排名各家做的我们都会参考，但也不尽一致啊。比如说有一些是在未来事件交易所啊，我们的评分就很高啊。那不同的媒体啊所做的都值得我们参考。那因为基本上我们刚上任啊，其实还是大家比的是一个印象分数啦。好，相对于我想我们的政绩，我们给我们时间啊，我们有信心一定会越来越好。这是一个好，我请一个好，谢谢。好一个参考了哈，民意如流水哈，民调属于参考。但是既然六组来当排名第五，表示数字蛮多，现在团体有认真无够，拍拼无够，还是沟通无够，联系无够哈。我相信安尼团体要加强，因为团体相当优质，啊，相当优秀的一个团体哈。所以新的环境可能较未习惯，但我唔盲讲，既然有这种出现这种满意度的话，我们希望说你要加强你的团体哈。还有你提到除弊。心理哈，我看大家看到科比哈，科比的出臂，来讲白话市场，但我看白话市场也袂歹啊，有魄力啊，大刀阔斧啊，结果让大家肯定呀，民调七十几趴，哦，所以我是唔盲讲安尼，市场建立出臂，你的出臂相当多嘛哈，比如 BRT 啦、缆车啦、台湾塔、各进货期啦哈，加接啦哈，我看你都不好下加接，你这种出臂是不是带着市民嘛是有支持哦？哦，但是是不是要很明显让市民有感？我讲，我林佳龙做市长了，有前朝做无好的所在，无理想的所在，我要改掉啊！你看，科比也改掉，大家都怕怕啊！我说，为什么你除弊，大家有感，但是要更很多安尼市民有感？你这边呢，就是要靠你的宣传嘛。我说，新闻局长，你是化妆师嘛？你要如何让市长除弊能够让？市民有感，也能够报名的数字满意度提升到七十几趴，甚至在第一名、第二名都没关系。还有你的心力，你的心力回来的哦，写了也很多了哈，旗舰一百了哈，而且我们有灯会了哈，还有说整齐这边挤了哦，一条龙了哈，还有营养午餐的补助了，社会这相当多的心力，也就心力也是在让人家知道啊，活得还怎样？哦，你家己看到这位文化局长，你新闻局长鬼力塞嘛？这些除弊前朝做不理想不好的，我要给他改进，甚至停掉。
你要让人家更多人知道，我的心力优点在哪里？我让很多市民享受加济，按做市长了的福利的财务，我是讲讲按市长这里爱吼爱加强。最后，按你行政效率，我也是看到用民调了哈，我们的行政效率是落后。我现在行政效率早期前朝时代就不好啊，哦，尤其在都发局、哦建设局哈、哦、建管方面，像花照啦等等哈、哦，非常慢，大家足嫌，甚至讲我这拍1999速度比较紧。当然前朝留了很多行政效率低咯，但是我刚刚你既然一年做不好，按给他个换临时来做，所以我是希望临时长，你要整个团队。好好的整顿一下，行政效率来提强。你们的研考会，一个工进来要多久回复？一个工程进度怎么样？你们都要管制嘛。冒起名高官，哎，现在目前做些公司安好，啊，是用建设公司，啊，是啊，移民的要办的代志，速度相当慢。哦，所以大家讲啊、哎，没有赶，思路节奏哎一样嘛，哎，跟前朝一样。所以我今提出一下看法，就是我们有市长。哦，利用这个中级、这个私人执行，我所局长所听到，没有你了解些，我们的行政效率真的要加强。因为那份的民调也是显示说，我们台中市的行政效率是低落后。哦，这段我是讲，讲我起六条，起六我是唔忙。好，请坐，时间到。好，陈先生，请问。好，谢谢主席哈、哦，市长。我嘛甲你吼，十几年来吼，定伫很多场合做会吼，你是有想要做工课，哎，我嘛是看得出来。啊，不过吼，我是讲吼，咱要有一个专业，我着讲吼，咱即卖咱的团队内底定讲前朝吼，安怎安怎？我带你讲吼，前朝是市长换掉，副市长换掉，局长换掉，以后拢是事务官啦，拢是嘛是即卖你的手下，还是讲吼，就是事务团队啦。所以说，不要再用这个前朝这次吼、哦、来讲啊，因为看我嘛，哇，恁这几个人尔嘛，啊，也拢是公务人员呐、啊，所以讲吼、哦，不要一直在打击自己的公务人员的啦，吼、哦，我是这点后边来讲，你看啊，这本吼、哦、是迄个研考会写的吼、哦，来我来讲，内底写前朝拢写弊端，来你请坐，我违法、疑点、替代方案、瑕疵。无法执行，缺乏专业，工程延宕，哦，这拢不会啊！啊，个啥？青年形象蒙上污点，哎，这拢是前朝的吼、哦。啊，恁即摆是安尼？恁即摆团队是讲打造廉能、开放、效率及品质的行动政府，咱做好诶。哎，毋是咱讲家己好诶，所以讲吼、哦，研考会吼、哦，你写足好写，写足好写。这另外来讲吼、哦。我看这边遮吼，专业性较有；你那边遐吼，有一寡吼较无专业性的。我凭良心讲啊，哦，我以里长做起来吼，十二年，啊，到即马十年的议员，二十几年啊吼，我嘛看局处长嘛太济啊，他的能力在什么地方，我们看得非常清楚啊。所以讲，我是讲做反馈就对啊。你看麦，长，《自由时报》，咱呢黄大哎博士局长，黄义林啊。讲缺失吼，工程缺失吼，台中歌剧院即马阁增加到3000项。你今年正月时阵讲起吼，起来了解讲2277项的这个瑕疵、缺失，啊，讲三月底要做完。我请教你好无？我嘛做建筑过，2277的缺失，你做三月底如何解决？是不是一挂墙壁破洞破一空尔？灯不亮，换只物件就好啊！你敢有遐耸动讲3000项？你把这3000项提出来好无？哦，局长，提出来互阮了解者，我好好来检验你。做工课，我讲，这个啥？你知道吗？伊东丰雄，是世界有名的建筑师呢。啊，过来，进前前。前朝的团队嘛是足辛苦的呢，阁上辛苦的者，市长你是熟悉啦，吴春山吴董事长，立民啊，对不？立民营造偌辛苦的呢，为着要达成这个国际级的一个建筑物，
是偌辛苦伫做，啊改进，啊甲你了钱呢？你看卖，好有缺点来改嘛，卖定定上报纸，定讲吼叫制作师把砍这物件，这是不要这样子啊！我拢做希望讲吼，我们团队就是真的要做事，卖过一直讲遐有诶无一大堆。我跟你讲，你做朴树吼，不一定是教我基层，我基层不可能捌比你较济啦，我平常心讲。一切的基层建设，我们也接触二十几年了，我们都知道。一切工程，我们做更久，一个小可代志，卖碰风，卖碰大。我是希望按恁做的，咱的团队在进步啦。哦，林司令，我欣赏，我讲你的一个代志，也是讲你要做，我很欣赏。啊，不过咱的团队内底真正，爱去修正个路线，莫定下讲自以为是。你问看，你问迄个黄局长。除了外口顺，你即马建设局是算算工头呢？你做工的呢？定定啊穿西装、穿皮鞋，甲现场在拖啊，你巡视，迄袂快啦。讲实在，甲工地你来亲自去看，啊苦咧创啥？毋是徛伫遐尔呢？王局长，你是读博士，我是博土，哦，我嘛要读硕士啊，袂紧啦。啊，无吼做工课爱来做，毋是讲甲公东公西你讲俩。我希望说市府团队。行动是否你都要做好，啊，一挂工课爱做的，啊，是讲吼，人以前个辛苦的所在，你要去承担这个责任。像他都话市长那套讲话，市政的延续性还是要做啊，对不？这是整个外观设计，整个世界是唯一的呢。定来讲人无好，你看我。好，好，请坐，先到刘市长委员，请发言。谢谢，大主席哈。理事长，我想啊，为政者哈、啊，心存善念呐、啊，则市民之福哈、啊。今天你的市政报告，我想请问一下，你认为它重不重要？不重要吧？真重要哈、啊。我想请一下，你的市报是谁帮你做的？是志清所写的吗？还是你哪个科处帮你写的？你的市政报告了？你的艺术想改写，都在科室改写。你问我。哎，对。这当然是根据我的施政理念跟哪个科室帮你写的？那交由研考会来。研考会帮你写的哈。然后当然也经过我想你研考会里面跟才复印。以前胡市长市长团队有没有差异很多？有没有全部都变了？吴宝，你说施政报告？我们就是根据就是。以最详实的、哦、那朴素的方式来呈现，你请坐啦。市政报告尤其送到议会来，何等重要的事情！你敢看来呢？胡志强市长在第一届第八次做一次定期大会，他的市政报告跟你的市政报告的敢看封面的好啦，会比你无？你这是自己会当作啥？人家把那个高美湿地把国家歌剧院展现给议员看，甚至这个都会送给里长看啦、啊、你用一个这样的一个专案报告的表封面，这是局处专案报告使用的封面呢、欸、你拜托诶、欸、你把这几年林市长的封的格局卖这点林科长的格局，对不对？单看看内还看内容，胡市长第一篇国际新都篇总共啊有11篇，你的里面开宗明义大破大立生活首都，你的愿景在哪里？你要把台中市带向哪里去？不是做一个琐事细节就好，你给看来了，你给来对了，我随便翻一页了，朱先生你看嘛嘞，你倒一个较介意，你甲看啦，卖讲看伊啦，甲看内底啦，看外表啦。你分类的很清楚啦。差这么多，尤其这个就送到议会来，我希望市长，同样都是在我们市府里面，在后面帮你做文稿的文章的，为什么你接起你有差这多？难道看清我们议会吗？对不对？这点我给你哈参考一下。真假你的这些文官啊，很多
都是以前都是留下，我想没有有走的话，谁？那些高级文官，功劳这啦，百日有感，真是有感是感人呐、啊。到现在为止，我统计过了，里面包括副局长，包括庄委，包括参事，甚至区长、科长，超过一百个，把你赶下台，赶到别的地方去，何必呢？刚才陈天远他还讲，只要他的阅历上讲，他可以为市民去服务。我想市长，这点我给你提醒，我知道也不是你的意思。有一位幕后的方顾问，现在所有的市府的一级高级文官听到方顾问电话来，皮皮串，惨了，这下来要轮到我了。何必搞东厂这样的系统呢？你应该要去问你的所有的一局处的局长，到底他们的这些目前他的属下，哪些可以跟他配合，不能配合大家沟通嘛，没有必要去赶人嘛，何必的？家家的在为市政府为市民做代志，我们不计较，不用去计较。过去呀、啊，我们胡市长接张文英市长的，他没有动过，没有动过几个一级主管呐、啊，科长更不用讲。副局长更不用讲，我觉得应该要市要推动市政，你需要这一些团队，这些基层来帮你，好不好？我说来，我给你建议哈、哦，一个为政者哈、哦，不要小家子气啦，你应该要高的格局，不要一上台来就要学什么除弊心力，心力是需要，除弊呢？难道弊端这么多吗？台中是在过去。所有很多的行政效率，包括好，请坐。好，时间到了，张局长有请发言。感谢主席，啊，咱林市长啊，各位一级主管哈，以及咱同仁哈，大家晚安，大家好。首先哈，先感谢哈，哦，林市长今仔转咱报告哈，未外歹，唔过哈。将军做事哈，接待主帅了哈。你做得好，你要去要求下面啦哈。我包括讲，先我先请教哈，咱的教育局长哈，咱的陈宗印哈，顶年咱全国提了好阿歹，请教育局长回答一下。主席，谢谢张议员。这。两三年来啊、我有看过那个记录啊、是看到哪里哦，相当不错，哎，好、哦，啊相当不错，你今仔做的工作，予咱感觉无面好见人，你知无？好、哦，因为张民政局长也提一个小规格，你要治哦，你讲要治啊？好、哦，因为咱这三领标价7000多啦。标价7000多，啊，咱用最低标了哈，最低标来标哈，结果只要700。既然咱无写一个大中市，无写个半个大中市，你对这选手是要怎交代？另外，局长，啊，张燕，我针对这件事情的疏漏哈，我自请处分。我昨天口头上已经跟。市长报告了，我督导不周，我们要把教育局这个团队，还有承办的学校带得很好。啊、我无啊，马龙无写个半句。咱陈宗英，咱是全国是提了真好个呢。古早5000多年来要振兴哈，嘛爱有一个旗啊，写一个号。咱包括你的国中、国校、国中哈，嘛要写一个都是国中，都是国校。既然咱大中一个大中市。无写个半句，安尼讲合理。跟议员报告，今天所有的全部都有我们市政府的徽号，全部都会在我们的帽子跟衣服上面。这是我们做的补救措施。那么每个代表队在绕场的时候，或者在进行服装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一个徽号。那么，今仔包括一个选手，伊讲不爱穿啦。你看穿，你看品质敢会通？你用最低标，今仔人咧挂香的吼，都腰皮就较好，都真正的。啊，咱代表台中市处理呢？
哎，局长，你看咧。好，局长啊，麻烦你来好好要求啦。这是，和你讲，这是所有物件，就像讲恁下骹手人是安那在做工过啦。跟张远致歉哈、哦，我这个是把没有把这个团队带好，我会继续的努力。唔是啊，那么我唔知叫是无写机，叫是台北市送的可能无我歹，啊可能主导局长是屏东市屏东县哦，可能屏东送来的款啦，即三个会送的嘛。真正系有够多，包括这个厂商，但是有限。咱包括做这个物件，应当正清楚，厂商绝对知道。见不得人。哦。太邪了。厂商绝对知道讲爱做啥，是安尼厂商无甲恁做。啊，这个厂商听讲甲恁交情未歹啦，所以讲这个厂商是毋是爱以后是咱台中市拒绝拢来吼？我将市长安会答辩。这个是我们委托大理高中来承办的，好，要按照采购办法来实施，好。好，教育局长已经承认督导不周的疏失哈。那当然，因为最低标哈，整个包括帽子、衣服啊，一套才不到700块哈。这个刚刚议员有提到，好，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一标给是7000万，三个7000万呢，标。标的面顶价是7000万呢。对，但事实上，因为是用最低标，然后实质的价钱是700多哈、哦，这样的一个品质啊，确实是不好啊。所以我已经这个局长把他送上来，这个不管他的自行处分或者是惩处啊，我会批准。哦，因为这届哈、哦，你好意我知啊，本来是一套800块尔，1300几套，结果咱对价到1200几块，你用对最低标。议员家选手有得到啥？你为变好看尔嘛？对，当然预算先前编列哈、哦，我们也要考虑到质量了。好、哦，这个部分我们会检讨，请坐，会要求教育局来改善。好，请坐。民主座，你也请问。啊，多谢主席哦。因为时间关系，就唔爱一直请哦，大家好啦哦。市长，你做4个月啊哦，我是请教你哦，你干嘛？最起地吼，含最里位吼，你之前当立委嘛，有什么不一样？简单二要回答哦。做市长就是要任劳任怨任办。哦，嘿。啊，做立委呢？做立委就是监督、批评、挑问题。好，这好。任劳任怨任办，安尼就对了吼，任办了吼。啊，你敢不？六二，你敢有承受这个责任？到目前为止，四个月你刚好干嘛？你有承受这个责任不？这个对我也是一个修炼哦，修炼的一个好机会。哦，请。我吼、哦，你做4个月吼、哦，本事吼、哦，对你所讲的每一句话吼、哦，较重要的吼、哦，我拢大约吼、哦、有记录起来吼、哦。元月18号哦，你讲哦，谈塔一塔变两塔哦，这预算哦太惊人哦，80亿比150亿吼、哦，所以讲哦，你决定要停止。歪去啊啦，那个叫破例的啦吼。啊，过来吼，台北上岸的科批啦吼。即目前台湾上岸的科批讲哦，以他要把大鸡蛋拆了吼。伊讲哦，你讲哦，科批要袂拆大鸡蛋哦，你已经哦，把台湾塔停了啦。我、哦、看起来你比较气魄哦，之前你头壳伫顶了也认同啦吼。但是哦，说拿出来数据哦，建筑师啦吼。一挂记载吼、哦，根本都无150亿嘛，150亿那是较早咧想法，已经早就退啊嘛，要无来到你做市长，人就退去啊。这拢有记录的啦。那么我是感觉安尼啦吼、哦，啊你讲过吼，即马个即个台湾灯会哦，你干嘛讲哦？哇，拍一个分数讲90%，超90%啦吼、哦。但是市政的运作吼、哦。做做代志哦，你把那小城工程款哦，恁本党的你，一个议员嘛讲哦，讲哦，你甲摕4000万哦，都甲转移到花博。那么基础建设要安怎？啊，财政日后是有财调无？这拢是要私事的啦吼、哦。啊，我头拄吼，同仁在问你哦，包括范议员咧请教你哦，你讲中介的问题哦，你讲因为是前朝哦延宕，你是要甲。爆起来！
你若有认棒，认棒这两个你都无符合啊。既然啦吼，甲伊做甲遐个吼，今仔坐伫你位吼，是阿个欧志强啦，毋是伫林佳龙市长啊。那么你要有那种心胸，把前朝他们所犯的，我唔敢讲伊奸条吼，每一项做拢是对的啦。但是既然你延续来啊，你刚才在报告的时候，你嘛讲重大建设吼，你嘛是延续啦。既然延续来，你哪会不爱把它化为转机呢？把所有的缺失化为转机呢？啊，你讲哦，你讲两年啦，你讲要提前两年哦，你知影讲哦，我会请问你讲哦，立委含市长是安那无同的？立委哦是建议权、监督权啦，服务乡亲的啦。那么你起码是市长呢？你现在是大台中市的林佳龙市长呢？你一句话吼，下骹手的吼，含你有共心的啦，都要战战兢兢呢，要战战兢兢。你敢若讲提前两年，我看迄王局长哦，就差咧等啦。这工程要哪来做？要哪来处理？才会当符合林市长你的要求，讲提早两年，2018年来完成。那么想要好好抓紧来赶工，但是呢，细节含思绪考虑无够，就造成4月10号哦，迄种哦悲剧的产生。市长，你不杀伯仁啊，伯仁因你的一句话间接受到影响啊。你唔知有诚意嘛？但是这是本色的认为啦。所以讲哦，要担任一个大台中的市长啦。我顶届吼，咧甲你建议的时候嘛，讲吼，不要百日有感啦，也不是要半年有感，也不要一年有感啦，两年哦、喔，你来当大台中市哦、喔，带领足远景的目标啦吼、喔，你的整个团队啦吼、喔，会当战战兢兢来为大台中市来服务啦。我相信哦、喔，未来的大台中市都是无同款啦。啊，即嘛嘛唔免想讲哦，4年后会连任未连任啦，我人咧做天咧看啦，所有的乡亲也在看啦。只要吼、哦，你的团队啦，战战兢兢啦，态度。好，时间到，张委员也请发言。好，谢谢主席哈、哦，我想市长啊，第一届做市政总报告啦哈、哦，啊，我想做4个月啦哈、哦，4个月，当然面对啊党内或者支持者啦哈。哦的支持率81万票来对哈，我想这个期待是非常高的哈，期待是非常高的。当然还有包括落选者哈，也是讲也支持者哦。当然大家嘛目睭紧紧咧看哈，所以这4个月我们市政府的百日有感很急着要提出很多这个重要的施政，让人民有感哦。我想市政府啊，新的团队真拼死。想要做出成绩啊，但是伫4月10号的终结案内底啊，本是深深感受到啊，恁的这个危机处理哈，我想爱个加强啊。市长，事实上刚才我又听到我们议员讲说赶工的事情，其实我就我了解啊哈，咱的土木标内底，土木工程它的进度是增加了3%嘛，对不对？它的那个比它原来预定3%，2017就都完成了，其实到2018你要提前这个。其实是有一点点不太有关系啦齁，等于说你讲赶工，那我不晓得说我们土目标它已经进度3%了，2017它会在赶工到会提前吗？有提前吗？吉利利刚才啊，包括它远洋营造跟这大陆工程的这个土目标，这两标有提前吗？根据北捷的说法齁，它是2017嘛，完成2017，那就会如期，因为后面还有机电工程，我知道哎、欸，所以我们讲所谓哈，我们是反对他们违反交通维持计划，对对 对, 對，在白天去施工，那因此他们这个样子想要早一点再收工，而产生赶工的一个这个悲剧啊，嗯，好、啊，这个我们已经透过3方协议书，刚才赶工跟整个工期的缩短要求提高效率，其实是两个事情啦，两个事情没有错，但是我感觉市政府咧该税这类物件时吼，还是很含糊啦吼。所以我想你们新闻稿都有，我都看得很清楚哈。但是我觉得媒体呈现出来的，好像还是把这“赶工”两个字盖过了整个悲剧的原因啦哈。我感觉安呢，对
新的市政团队啊，嘛无公平啦吼、哦。在三方契约之下，讲真咧，台中市政府啊，有责无权啦吼。苏东时民进党团嘛提出质疑啊，哦，好、哦，你请坐吼、哦。好，搁过来，我想很多的重大建设当然要除弊啊，哦，被谁算计出来？过去真济咧推动的重大建设，为什么一直没有效率，提不出来，做不出来？你像台湾塔。就水南经贸园区的这个会展中心，我们在议会预算早就通过了，一直做不出来的原因到底在哪里？有效率的问题，也有规划的问题。啊，我认为讲新的团队你起来，你已经来知啊，你嘛知啊。但是我认为啦，吼，我认为进入了体制内，你当选了市长之后，事实上很多政策的改变还是需要沟通，还是需要沟通吼。所以我给你的一个建议就是讲吼，还是要沟通。那沟通除了当然，现在是政党政敌啦吼。除了执政党以外，我觉得在野党也应该加强跟他们沟通。台湾塔，我本身也反对，因为起迄个物件，咱也看袂到讲伊未来定位是到底是啥，吼、哦，甲101阁无同，吼、哦。哎、欸，澳门嘛，澳门塔现在在做高空弹跳啦，哦，不至于是蚊子塔，但是我看他们在做高空弹跳，哎、欸，对规个都规个，虽然现在去定位不清楚哈、哦，会造成那个地方发展将来的问题。但是我都听到讲，咱的这个会展中心，你好像也有意思把它移到乌日去，有这个想法吗？来，这是不一样的会展中心，就再定位。水南的会展中心，它是要会议还是展览为主？会涉及到多大的面积啊、哦？跟功能？那么乌日副都心需要有会展的功能。哦、这也很确定，所以我们希望说水南的部分可以搭配，所以水南的会展中心并没有说不做嘛，并没有说不做，是好，你想要怎样？所以我刚才讲吼，这个市长我要拜托，地方这边议论纷纷，台湾塔我们可以替你，我们可以了解，我想医生被炸也炸得鬼啊，还嘛得你膨胀起来，胡志强规划这个预算通过4年也没办法做，那你今天要做什么？我认为要规划成什么，也要清楚的。来提出来、哦、不要让地方觉得说哇阿里那是去你遐歪者遐歪者。那事实上我们知道2018花博还是继续在推动啊。2019东亚一马继续的进驻马在朝这个方向在争取在规划。那有很多的重大建设当然有问题就是要改。但是我干嘛讲吼爱清清楚楚来。好时间到。好，请坐。李庄议员，请发言。谢谢主席，那个就不一一称呼了哈。这个林市长，刚刚呢，其实我们张昌仪议员呢、啊、讲的那一段事情呢、啊，其实我昨天也有收到一个朋友传给我的简讯，我就念一下给你听。他说，儿子代表台中市参加全中运，昨天领到的制服发现上面竟然连个台中市都没有烫印，整件白色的就像阿公的内衣一样，选手和家长的感受超差啊！他叫我反映一下，我本来昨天就准备要找张昌仪议员来讲这个话题啊，但是他今天讲，所以我就把他等到今天。其实市长，你还有一件跟我们百姓生活非常相关，但是现在大家印象超差的事情，就是我们有许多的公园都是由里长以及呢这个弱势的民众低收入户他们去做公园的维护这样子的工作，结果这样子的工作呢在过去这么多年大家每个月领钱都清清楚楚，可是呢你说你要让民众百日有感，结果这一批工作人员一直今年的一月份、二月份、三月份的钱，等到四月份才领到。你想想看，人家有的人虽然钱不多，一个月也没有多少钱，但是这也是人家过日子、过生活要用的钱。结果呢，一月、二月、三月一直搞到四月份才领到。更令人莫名其妙的是，这些工作都是过去延续性的工作。结果你们把人家的合约签1月15号开始，所以扣了他半个月的钱，等于今年1月1号做到1月15号没钱，
叫他自行吸收这半个月的钱。市长，你觉得百日有感吗？你觉不觉得这十五天人家已经做了，你该不该付钱？市长，你说明一下。不，我请市长说明。你觉得他一月一号做到一月十五号，这十五天半个月，你该不该给他钱？报告议员哈，我们黄局长有详细的一个说明哈，就说这个事实上之前也已经透过公所跟里办公室啊，跟所有乘坐的人有说明过，是在这个元月之前。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十五天？有部分的里有这个落差，那也在进行调查跟了解。如果确有这个工作的一个情况，可能是因为有通知没接到，还是因为这个中间的一个误差，那我们会进行这部分的。我先告诉你好了，那不是做地检署的情况，南区公所，我们的南区公所已经把所有的里长找来过，叫人家自行吸收，或者是要一部分承托我们政府工程的保障来吸收这笔钱。有通知，当然就依照通知嘛。因为这个就是有公文，或者请问你嘛，那十五天你给不给钱？我来请我们一月一号到一月十五号这十五天你给不给钱嘛？如果有通知的话，市长，我没有要请他说，我要请你说明，你觉得一月一号到一月十五号要看人家已经做的十五天，你付不付钱？要看情况哈。为什么要看情况？人家已经做的，他也没有延续性的工作吗？难道你的无缝接轨是差十五天吗？难道你的无缝接轨差十五天吗？看那个记者的情况。市长，你是从十二月二十五号接任市长，你不是从一月一号，所以如果你有意见，你应该在这个年度之前要把问题反映出来，而不是拖到四月份才去解决现在的问题，然后又把人家扣了十五天。我现在就是问你嘛，当时在一月一号到一月十五号，人家做的工作，你要不要付钱嘛？已应有通知，那少数没接到的情况怎么样？建设局我已经你要不要付这个钱十五天？了解具体解决，你要不要付这十五天的钱？说因为有一些中间的这一个传达上的一个问题哈，去让有工作的人吃亏，但是这个少数的个案到底是为什么？这不是少数嘞，台中是所有做公园认养的这些人，他们通通都吃亏，不是少数人哦，是少数，你不要谈少数人而已哦。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状况哦，因为有些真的，我们那个行政作业由建设局来说明了，因为要看哪一个个案，不就绝对不是个案。如果是个案，以我们南区的区公所区长就不会召集所有的里长再来谈这件事情，最后也是没有解决哦。所以我还是问你，这十五天我们会依法行政来办理，有通知那当然就没有责任，没有通知中间产生的对于这个打扫的人的一个可能的损失啊，要来研究。通知先给我们一下，黄局长，黄局长，您把通知给我，谢谢。好，时间到，请坐。谢谢。黄部长，我苏博先，苏博先生，对不起，我是讲我当时改名啊，咱大会主席哈，咱林议长，咱李市长，咱所有的主管，咱所有的同仁哈，咱媒体记者先生，大家好早哈。针对我们林市长这份施政报告我之前在媒体也有看到我们的林市长很关心咱台中公园咱这个鸟居的问题我用简单听市长讲一下你的意见好吗？谢谢那个苏议员。台中公园是一个历史文化也是台中很重要的一个地标。那里面曾经从不管是清朝日治时代到国民政府所有的这一些文化的那个市长请坐我们就是要进行整理。时间真短我们就针对鸟居这个问题请坐。我遇到林家的子孙跟我抗议这个鸟居这是日本威权统治之下的图腾，既然已经倒在那里那么久，你为什么要把它重新整理呢？那哪不蒋公的铜像，你都不知道我弄个修理你的。那这个东西，我就是外来的政权啊。当然，很多文化的遗迹我是认为有需要去做，可是在地文化真的是很重要，要劝告取缔。
你的宗教信仰你是什么教？来，议长，请回答一下。二月圣啊，就是咱敬祖先啊，好、哦，那入境随俗啊、哦，所以我想各个宗教。我讲哦，我讲你是拜天皇的，你是拜天皇的，日本天皇。好、哦，来，请坐啊。我希望说台中是一个多元文化哈，可以并存哈，像彩虹之美啊，所以历史的部分我们啊不涉入个人的一个主观。可是这个名家在我们台中哈，来，其实这个不顾虑，这个不顾虑动哈，来，请坐，请坐，来，一定对他的有时间无顾哈，阿我表示一下哈，名家啊对你的一个抗议的哈，因为这个台中公园是咱林家的产业，是因为比。抗日的之前，伊去日本，买去上海。你讲一句话讲，他去到上海，有如回到自己的祖国。这句话结果好像讲，伊是浪人，啊、哦，伊是浪人。为着这个祖国之骂事件，和林家区的伤害是非常之深。啊，当然这个。既然已经都没有办法去修复的东西，我觉得不需要特别啊去强调，让这种精神的象征，啊留在咱台中。啊，这部分我是感觉讲，市长你可以去考虑一下哈。啊，过来就是讲针对啊，我们这一次我们市长很重视的营养午餐的问题哈。那营养午餐的这代。是五块，我是一直感觉吼，因为我住伫都是台里武峰山区，我武峰啊，我行真济到南投这方面都很接近，你知道无？啊，既然有一挂我伫乌溪桥边的人，选择去南投县读册，哦，所以我就实在很不解。结果伊讲讲为着，因为国中小他们的营养午餐是免费的。而且放假的时候，他们还可以吃一吃才回家。所以说，当你在提出选举的时候，提出要把国中小这个营养午餐要好好的重视的时候，我觉得你既然当选，你应该会话针对这部分啊去监督。那这届内府来讲，希望你下一次的定期会，好、哦、提出就让国中小让他全部。营养午餐免费，比照我们南投彰化跟苗栗县，因为咱我听讲，咱既然已经做了市长啊，吼、哦，你就是台中市的大家长，所有代志你就是拢你一个人要去承担，当做家己的代志去处理，吼、哦。以上伫遮，甲恁，吼、哦，啊，这个谢谢。好，谢谢陈座，黄先生，黄先生，请问。长吼，阮安尼遮侪议员讲遮侪话，唔达地议长的一句话吼，对啦吼。来啦，在去年三合一大选吼，咱咧民进党台中市长的参选人林佳龙的竞选总部的主任委员苏家全，他呢，这个语出惊人的说，国民党募集十亿元的基金，准备到台中来贿选，结果事实证明吼、哦、抹黑造谣。所以呢，11月29号，我们的林市长就大赢了21万票哈、哦，这个数字还蛮惊人的。所以呢，我们觉得我们的林市长实在跟台南的赖清德市长、高雄的陈菊，实在可以并为2016年的副总统的。最佳候选人哈，那我要问市长一下，市长，你会不会透过任何的管道啦，来争取这个总统副手的这个副总统副手的这个职位？尤其是我最近看你也蛮认真辅选的哈，有到台北，像我们中捷发生的事情，你也到台北去，为了我们的蔡英文啊提名人呢、啊、去站台去呼吁，那你都挤在他的旁边哈，你会不会想要？用任何的管道来争取副手呢？会不会？身为台中市长啊，我就是要把市政做好，而且这个我知道你一定会这样回答。那我问你哈、哦，如果呢，这个蔡英文
你们的主席来找你当副手的时候，你会不会答应？他如果恳求你当他的副手，你会不会答应？这是假设性的问题，我没有办法回答。哦，对啊，真的是假设性的，因为蔡小英都没有做出任何的动作。好，那在我们看到哈，你百日就已经动用了第二预备金哈，是8600多万了哈。那我在这个第二预备金里面呢哈，有看到你的798000是租用本府台北联络处据点，以利联络及处理北部地区的相关业务了哈。那我不知道这一笔钱是拿来做什么，因为我们那么多的市长哈，那么多任来了哈，没有人哈特别去台北租房子来做业务的联络啊，到底要联络什么哈？而且他是在台北的精华地段小豪宅呢哈，当联络处到底要联络什么？你是为了要回台北住家方便遥控市政吗？还是为了要选2016的总统大选？还是为了要成立台中市政府的台北分公司？啊，那到底装潢费多少钱呢？有没有达到4000万？还有我要问一下，到底有哪一些局处的人员要进驻？啊，你要执行什么样的计划哈？议长他要不要跟我们说，为什么会有台北的这个营业据点呢？我是这样算一算啦，因为齁我按隔壁那个什么叫中正御品的租金行情，它是如果一个月是28000来计算啦，扣掉押金齁可能租期大概是2年啦。那我们第二预备金里面齁使用通常都是非疫情性发生业务时的花费呢齁。所以呢林市长你对于水库的清淤啦齁，水利防汛动不动就说诶，那是中央补助款要叫中央。可是呢你可以为了租台北的联络处哦，居然毫不考虑的就动用第二预备金。我觉得台北的业务可能真的很重要哦齁。让人家不得不替林市长想说，诶，你最合理的齁应该是为了2016总统大选在做准备啦。来来来。台中市政府齁租台北办公室，到底是不是为了总统辅选总统来争大位呢？为什么会有这个临时业务哈？临时业务哈，住在台北办公处哈。还有呢，你为什么会是啊？不然不是这个理由？难道是台中市政府要设台北分公司吗？我们有什么业务计划？你是不是应该跟本会跟我们议长报告清楚，你租台北这个办公处到底想干嘛？好，这个第二预备金哦，在这里。不过我觉得啦，你是够格的，你应该可以去争。好，好，时间到。好，请坐，杨中央院请发言。啊，谢谢哈，市长，才就任100多天就假挖来跨挖挖哦，哈，假挖来跨挖挖，实在是有够离谱呢。台中人从来不反对，哦，外来的人来做台中市市长，结果你才做100多天，你就要假挖来跨挖挖，哎。你会让台中市市民失望的，啊，市长，我跟你请教，我们学校收养流浪狗补助多少钱？赶快打一下嘛，补助多少钱？啊，采自愿性啊，50000元一个学校，50000元哈，啊，收养一只流浪狗补助50000元，营养午餐啊补助5块钱，人。不如狗，人议员可能误会了哈，这个不一样的事情哈，人不如狗。来，从这个地方，市长一餐5元、啊，市长，我要跟你讲，我台中市政府、台中市市民、台。
台中市的主人翁啊，不会那么烂惨啊。你建议你台中市营养午餐免费，南投都做得到，彰化都做得到，为什么台中做不到啊？回去拟定计划一下，不必要补助五元嘛，对不对？一只流浪狗都补助了五万，啊！哎，来，我请坐。教育局局长，昨天我们营养午餐补助五元，啊，钱从哪里来的？钱从哪里来？赶快答。主席，好，谢谢杨议员哦。这个是九月份才要开始，啊，那么因为对嘛，钱从哪里来嘛？你昨天讲说从什么地方来？从我们单位的一个流水，你昨天讲钱从哪里来？基金的剩余，基金的剩余，教育基金哈，非留存基金，对不对？啊，来，请坐，局长，市长，在你的十三页呀，在你的十三页啊，我们要用农业发展基金补助每位学生五元，啊，农业发展基金呐，市长。你有没有核定五元的事情啊？营养午餐有没有核定？啊，报告议员啊，今年因为要提早实施嘛，就先从教育这边。那你现在你这边讲的是什么？哎，是农业发展基金。那我们的你也做错了，算我们会，你也核定了这五元，对不对？农业基金那为什么还在你的施政报告里面写错误的资讯？没有错误啦，啊。为什么要写错误的资讯？没有错误啦，是今年这个报告你看过了吗？提早实施嘛，就要赶快就现有的教育基金来办理。我只是告诉你，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得出来啊，你们的行政作业的混乱。这个没有混乱啦，这个是两件事情啊。报告跟两件事，对，就今年你的报告跟你的局长讲的都不对。到底是他的还是你算使用教育基金，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我们过去留存的啊，难不难用？我们以后呢再还会讨论。这是一件好事啊，这是一件好事。结果你们不接受议会的监督，不接受议会的监督，好事变烂事，好事变烂事。市长，这五块钱补助是补助给厂商，还是学校，还是家长？来，你说明一下。这个由我们教育局来说明一下吧。局长，补助厂商、学校、家长。其实杨演真的很值得了啊！补助给学校，他们可以不是只是营养这那招标文件里面怎么付？那不需要招标。不需要招标，因为他是来，所以说嘛，不接受议会监督。不是，杨远，多少钱？两亿多的钱，他是一个学校，可以不招标，一个学校北来十万块以内，而且他可以用在金昌门、资本门，他可以办活动，办生命教育、关怀流浪动物，这是很有很好的一个对学生的。我问你五元的事情嘛，啊，五元的事。这五元是指刚才讲过了，请坐。农业基金是明年的事情，九月到十。家长、学校、厂商。好，请坐。OK， 好，谢谢，没问题。好，吴中华议员，请问。好，谢谢。其实我非常赞同我们杨议员哦，他讲的这个部分，我要讲的也是这个，因为我们杨议员哦特别提到，你这个五块钱的这个营养午餐，你说农业基金也好，你讲的。啊，什么什么基金也好，你有没有写年份？你就是在媒体，我一再的强调，昨天也在强调，在媒体上个月、上上个月，你都一直在，你们都已经先斩后奏很多事情，尤其这一次你们送出来的这个追加预算，很多都是社会福利，社会福利该做没有错，门楼洗面到这边赔上面进来者，根本的拢阿袂过，像假牙的补助一样啊。而且假补助一样很，我其实我都要去了解。你们以为这样子就 OK 吗？大家都很皆大欢喜吗？不对。牙医诊所，你有去了解你的心声不？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好的配套措施。
们说再怎么来补的就是那几位对象啊，你的骨泥，你的主泥，你的报鬼啊，你的近景报鬼啊，啊，我阿上我就是这几个来补，那永远排不到的还是排不到啊。所以我也想请问市长，这个你们到底有没有配套措施？这个缴了补助的，刚刚我被暴力，我被暴力，打给中华业外再来挖。可是再怎么补都那机会了，这个是我确实去了解，实地精神去了解的一个心声。所以刚刚对啊，回到我们这个营养午餐，那我播放一个影片好不好？我记得这个是上上个月吧，啊，来播一下，这个是你们重视这个改造食材比例。啊，苗栗市它是全部都补助，可是市长有没有印象？这个画面你有看到吗？算了一下，以今年市长就希望对嘛哈，今年的下半下学期开学之后，我们就可以哦，从新的学年开始，那么我们估算了一下。全整个台中市，我们好，我们播一下市长最后讲的话，好不好？的丰富性，这个是局长在讲话，我们播一下最后结论，市长有讲到的画面。好，能够就是好，能够来去作为食材，而且希望能够结合成就是这个地产地销，好，就是跟。农民啊，的一个来就是包括弃作跟弃收，能够合作，让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好那个停掉哈、哦，市长，你这一段画面你有印象吗？哈、哦，因为你自己开过会讲过的话，可是我从这一段，我为什么会特别加深我的印象？因为我觉得你要配这个东西，我觉得你自己。就讲得很不顺畅，内容非常的我那听无，你知道？你敢讲好要这个在地要飞机要提高什么什么的这个比例？我觉得我相信在场或者开会的时候，我想哦，那是我啦，我听个不飒飒，因为我觉得你自己好像就没有一个很确定明确的方向，要人家怎么做？那因为我自己个人也很怀疑，这个东西还没有通过，那预算没有通过。啊，你的工一定会走，那你这些在地食材你要推可以，像刚刚讲的，你们是怎么教学校自己去挑这些食材，还是你们配给他们？啊，市长，恁初步是什么安那做？你是叫好好家己去选这些食材，还是恁来提供给伊？你赶快回答好不好，市长？我们希望这个政策有多重的效益哈、哦，所以有关于食材的提供，我们希望鼓励在地食材，对啊、那也顺便要鼓励农地活用。在地食材，那如果能够结合让那些休耕啊、二期稻作都能够来种植非基因改良的作品的话，你不要再讲了啦，你不要再要我的时间啦。好了，你都没有回答我要的答案。哎，今天我那是好定，我那是这个学校，我没有办法，你是要提供给我们商家。还是我自己去寻求，对不对？那甚至所有昨天我会怀疑啊，你如果不提供的话，还是你要提供的话，我觉得你是在兑现你选举时是不是有答应人家什么？这个都有配套措施，对不对？那你怎么配套措施我们都没看到啊？你只有带过我要做，我要做，我要补。哎，我和你的话我没有听你讲了，你请坐下。我们很完整。你请坐下好不好，市长？好，我希望你尊重我们议员发言的，我们的要求好不好？因为我刚刚哦，我被挨打，你拢白讲，啊，你拢讲一寡，我无要听。我们要的答案是说，你这样子的配套，你写得非常笼统。这个五块钱你们怎么补是一个问题，你们补了，你要叫他们做这些，来选择这些东西，他们怎么选择？你们有配套吗？没有嘛，所以。好，谢谢。那么，请李丽华议员发言。啊，谢谢主席哈。那个刚刚我们议员的质询呐、啊，刚刚针对我们校园要养流浪狗的事，严局长你可能唔知影。您这个公文搞偌济校长，好好的人是偌济，你知无？三顿咧饲袂饱，变五万咧饲狗，所以这个代志我有一个注解啦。爱狗如子啦，爱民如土，百姓粪土不如，是无？所以我感觉讲，足侪物件咱来定心处理啦，吼、哦！所有的动物咱拢个爱惜，但是真正安尼变卦来讲，你家己去校园听看卖，迄狗有野性，饲咧囡仔若无小心歪，若咬着啊狂犬症，我看你局长要安怎处理？这拢是咱林市长支持的对无？
跟你嘛无关系对无？好，搁针对对只黄兴惠议员，伊讲吼，咱台中市政府的台北办事处，即马我嘛唔知影讲咱林清地是是要去甲科批学习做伊的徒弟，还是要做伊的细汉呢？咱大台中家己遮尼大，你都顾袂起，做袂起，啊，干那烦恼？台北的办事处，我真正唔知要创。这市长你有机会啊，甲交代一下。好，你要做伊的细汉呢，三十八号。好，因为中南部每个县市都在台北有办公室、啊。好，我们比如说，我们去行政院开会，我们去立法院协调法案预算，啊，还有各局处上去啊，争取我们的建设，那你就可以最节省的方式，而且我们的经费啊，比起其他的都啊，都省很多。好，请我说，我们知道议员都很关心，所以我们一开始就非常注意这一点。谢谢。好，谢谢议员给我说明的机会，多谢。阿咧，同仁拢有听的吼，我咧讲，卖去学科批，唔好去学做学做科批的细汉的，安尼就好吼。一个重点，你上任以来，地方的百姓对你的感觉，从今日咱的施政报告洋洋洒洒，真精彩，内容嘛真丰富，但是咧，咱安尼编到这本稿稿稿。才上任尔，有遮尔济愿景，是会使讲代代中百姓的希望甲愿望。但是上重要，本身有一个感觉，你这四个月以来所做的代志，我才嘛有甲你注解。针对施政报告，我认为是编很大，内底编甲有诶嘛编，无诶嘛编，无才调嘛编，有才调嘛编。我甲你讲，足济政策。你真正吼，你的团队要好好思考，这叫编很大。至于我还认为也骗很大，真侪物件你做袂到，都、就是骗。所以本席希望啊，真正务实，态度务实，团队务实，对百姓有路用的代志加做挂。所以唔好跟他讲用骗的，我跟你讲，骗的无效。不要以为压倒性21万票是你的绩效，我跟你讲，大家对你的希望，即马声音偌大，你知无？接着。就是差很大，敢很大。我先讲敢很大是敢什么？敢工敢很大，敢人敢很多。咱的工程终结，你甲看，你心里不难过吗？走向是死是伤。如果不是缩短2年的工期，我咧想，未不会在上班时间，咱的时间走向这么大的冤枉。市长，这件代志你难不难过？请你回答。好，市长，请回答。发生这样的一个悲剧啊，我们也非常的这个深挚的检讨。你有责任吗？我想逐渐这件事情厘清之后，大家已经了解哈，我们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啊。那当然，我跟你讲，就是法律的、政治的、行政的啊，道义各方面的责任啊，我们一定会啊来加以承担。请坐。好，市民拢在讲，议论纷纷，这个工程，这大的工程。会使讲差2年的工期，当然嘞，日夜不分，所谓劳工做个吐血爆肝拄好尔。但是啊，你甲想，伫巅峰时间造成安尼的伤害，迄阵是红灯哦，若无我甲你讲，死搁较济人。我甲你讲，台中市真可能在下半期，所以我嘛希望咱的死伤者，我们要给予很大的公平正义的待遇，敢做补偿。未来工课咱要小心，过来要讲差很大。市长你敢知你落一个令367栋立体型的那个违建你拆全民支持你但是你敢知大台中是一个产业链的聚集地所有黑手的产业的听你一大阵、啊、你现在所拆的东西是因为咱家己政府无能产创园区开不出来无土开辟无规划工业区用地不足人打一个临时都做工课做不起要用的东西你现在拆了了每个百姓都在哭，心中的淌血。如果你的配套不出来，我要建议市长不要拆很大。所以以上变很大、骗很大、敢很大、拆很大，我跟你讲，过百姓真正唔好跟他过你的账号。好，那么紧接着请何秉成议员发言。好，多谢。市长啊、今天是你的这个第一次上任了后的施政报告吼，一定很没有很华丽的语汇啊，辞藻啊，嘛无真这个惊人的这个数据哦，甲吴志强以前的施政报告实在是完全是无共款。不过嘛因为安尼，我甲看看起来，这本吼通篇的这个大道理吼，安怎写了真丰富。但是啊，对我这较无车的人吼、哦，实在真大的负担。咱讲实在，
尤其是吼，那家属讲啊，讲要共骗数字，啊个即个即个写个这么详尽，要骗嘛骗唔正面啦。但是吼，那骗李丽华，这是真严重的代志，骗何炳祥啊，佫袂要紧吼，我相信你阿未骗到李丽华啦，伊嘛无遐紧好互你骗你啦吼，哎呀，啊。伊老三嘛吼，来，但是吼，咱即嘛吼，咱安尼啦吼，咱伫严肃的这个文件啊之下吼，咱嘛爱开始来承担一寡这个物件。比如讲，你咧选举的时是讲啊，希望的市长哦，啊即嘛，咱已经希望到手，咱即嘛开始爱学要承担，这无意见吧？哦，好，啊承担了，哎安怎开创？那无开创哦，就有影会去哦。李丽华讲个准个，会个骗安尼啦。哦，比如讲啊，一二三啊，林佳龙的一二三，一条三所线，两个海空港，三个副都心，距离的作为为何？比如讲三所线，你甲我咱伫六年前，咱就去看过啊，去日本看过啊。黄义林冇去，啊，咱即马我看看，咱到底要对打落手，是要对海线诶，这个啊冲？铁路双线，或者是讲海线要较高价，或者是讲先对代价哦，啊，甲这个后利先家己去铺一条这个铁路，单轨嘛好，安尼总是连起来嘛，安尼嘛才有这个三所线的雏形。啊，看起来啊，佫没有具体作为。当然，你的时间，我相信你一定有这个满白的这个跑夫啊，甲这个计划，但是啊。原文之上，我希望讲快当，互本会安那小可了解哩。我算甲你真了解啊，但是我都阿个无了解，所以原文之上。好，谢谢。这个理想版的三手线，我们我想何议员也非常的了解，常年在主张。那目前就是由我们市政府做了可行性评估的报告，提给交通部。那当时我在任立委的时候就有决议，在今年六月前一定要核定。因为其实按照本来的核定时间是去年底，好，那他们说做不完，好，做要修改，所以在六月底之前，针对我们市政府提出的很详细的路廊，好，跟整个这一个经费的评估啊，交通部要做决定。那我们要求一次核定，分年编列预算，不能这边做一节，那边做一节。那么有关于这整个交通部当时也核定，你看，对吧？交通部当时也核定，他们承诺六月前要就是给。就是核定的决定。啊，伊若甲伊创空咧，甲咱创空咧。啊，创空大家都爱甲伊拼啊。无啊，咱有法度，你看咱有法度甲伊画一条线，怎安尼？因为他我们路线图都有，比如说以大甲到后里哈，目前有三条路廊。那有不同的这个路廊，就涉及到土地取得、场站的这个建设的预算。那这三条的评估啊，那现在就交通部可能会核定其中一条，我们正在跟他沟通。那理想上，我们当然希望这一次啊，能够一次就核定，好，这也是我们当时的决议。好，过去我做下过去议员，我感觉吼，顶甲中央的交往吼是足大的困难啦，定定叫骗你啦。所以我这次请零零三副市长当过交通部长来，就是希望说啊，他的资历哈，能够对交通部那些都很多都是他过去的部署嘛，同仁嘛。民国九十五年、九十六年，甲咱讲要铁路高架化，迄、那个图哪图啊？甲即马拢完全无共，连都市计划甲即马未定案呢。这是足荒天下之大计啊！这是足荒唐的呢。哦，市府市场嘛，不市场用地啊，南京新村嘛，个公布土地啊，嘛未变过。哦，以前什么哈佛管理学院的院长来设计迄、那个迄、那个。所以市政府要承担起都市计划变更的一个责任，这个议员非常了解哦。交通带动了整个都市的发展，市政府必须提出相对的都市计划的一个调整。所以咱爱有咱家己的主张，哦，比如讲建国市场，咱嘛。好，谢谢，了解。好，请。好。好，谢谢。那接着请朱板另一员发言。好，主席，谢谢。大家好哈。刚刚我们林市长说，为了要到台北哈行政院去开会，租用这个台北办事处。
这个租金啊，一到三个月要798000，伊讲啊，这吼、哦、已经是啊上俗的啦，所以啊，本社直接建议啊，主席，你要不要来办一次啊？这个考察一下，考察一下我们这个林佳龙市长的这个台北办事处啊，看卖是安那798000是上俗的，咱会使来看一下无？嘿，大家那同意的，啥的啊？好啊，那我建议你啊，来办一个考察，这798000到底值不值得？啊，你好不好？议长哦，才关了哈，这办了哈。怕啥？跨越台北办事处、啊。继续执行啊。好。我们在这个林市长的施政报告当中啊，内容有林市长有写到哈，这个施政啊是要延续哈，那但是这100多天来啊，我们纵观我们林市长的行为，还有你的说法，这个完全都兜不起来，做归做，说归说，言行不一。就像我们 BRT 在7月马上就要被你停掉了，台湾的新地标台湾塔也要被你重新规划，东风生活圈大陆也被你停工了，这么多的大建设真是啊不胜枚举哈。那这些大建设呢，都是我们市民在反映对台中市的发展啊都是很重要，但是你仍然一意孤行，逆民意而行，所以啊，这个说要延续啊，根本都是假的。施政报告说，施政要延续，但是说归说，做归做，言行不一，所以啊，林市长，你的施政报告拢是假的啦。好，我们 BRT 每天将近有50000人，也变成我们市民的生活的一部分哈。市长，利用坐这个轿车的贵族心态，要来评断公车族的这个平民需求，安尼够有公平？你根本都唔知人搭车，嘿、那個，公车族的搭车的那個需求嘛，民众的需求嘛，你就单凭你的意识形态。就来否定大台中的建设，做一个不清不楚的什么总检讨，你总检讨就要这个鱼目混珠，完全来否决我们 BRT 的效益。我这里有一份报告，记得2012年的3月，当时你是立委，你跟我们毛部长说，建议啊，评估能够将台中唯一一条预计花费513亿的这个高架捷运绿线修改为高架导轨的 BRT， 将绿线 BRT 节省下来的捷运经费全数转用于这个建构完整大台中的 BRT 路网，还给台中人一套完整的大众捷运路网。再来，2014年10月，高雄市他们也去交通部要争取 BRT 的200万规费的规划费，要来借鉴台中市建造 BRT 的经验。当时你也说了，很多事情要一步到位，尤其是交通建设哈。好，谢谢，请李天生议员发言。谢谢，感谢我们的主席，大家好，
我想今天是市长的施政报告啊，哈。那我想这个市政府的这个业务哈，这个多如牛毛啊，真的是哈啊非常的繁杂了哈。那我是要建议市长说哈，在这四年当中哈，尽量把这人的鬼啊哈，那你应该挑几件哈，这个市民有感的哈大建设哈来走了哈。当然要做大建设，也是需要说我们整个团队哈啊都能够带上来。昨天我们的蔡雅玲议员哈，真的是语重心长，有在讲说我们的市府团队真的哈，大概摸有欢喜的心态哈，放市长一个人在那边哈啊，这个孤掌难鸣呐哈。希望说啊，市长的这个每次的这个市政会议里头的指示，大家一定要哈啊铭记在心哈啊，好好的把我们的市民哈啊市政做好了哈。那当然啊，我昨天也问到我们的财政局的局长哈，陈家公哈，我昨天跟你问讲哈啊，到底哈啊。进前诶，市政府捞偌济这个债务都来了吼，我甲你报告吼，伫这个1804年2月底啊吼，以后呢资料讲啊，咱本市的长债吼是516亿，短债是241亿，拢总是757亿啊，在六都当中吼是排第三的啦吼。那因为啊，这个台北市跟高雄市吼，因为负债比较多，但是今天我甲你提醒哦，757亿咧吼，足济诶，惊死人！哎，看到这集哈啊，所以你四年当中也应该哈把这个财政的部分哈好好的啊来这个注意一下，到底哈摸个虎贼都可以哈。若是要在啊举债的话，到底要拿出什么样的建设？爱改哈，那来起兵哈啊，讲哈啊这个说清楚讲明白了哈。但是我为什么要提这个数字？这个数字在104年2月底，我相信说我们市长的团队啊才上任2个月呢哈，这不可能是讲在市长一手造成的呀。所以财政局局长哈，我想跟你讲，就是讲这财政的部分，经济代志要切割清楚哈。什么人爱担的责任，都爱给什么人担啦哈。包括讲，咱目前有几个咱的啊议员当然在讲哈啊什么感人呐、啊、感工呐、啊、哈。事实上，我们应该要把我们的市政府做一个整顿是没有错的啦哈。包括说我们在讲这个教育局这个发包的事情哈，都要立你的公悔系列哈。教育局局长，你在道歉什么事情呢、啊？你说啊，你刚上来而已，监督不周。那个衣服的发包是在你手上发包的，没有错。但是谁执行的，你知道吗？这个预算到底是不是我们在啊去年的时候啊这个啊在审今年的预算的时候已经通过啦、啊？包括说啊，今年我们去年通过的15亿的工程，我私底下跟你讲过了。这个15亿的这个校舍的修缮工程，包括新建工程，哎，局长，他在前面这段时间已经全部都遴选好了呢。有丁，你知不？你知道这个事情吗？去年通过的预算好像说，这应该是去年的人去执行的，赶快，弄好人来主导。结果吼、哦，这乌鸟啊，这个偷鸡啊，白鸟啊，贼小啊，这个斗笠。所以我在这边提醒所有的这个我们的局科室的首长哈、哦，很多事情这样子的事情哈、哦，你们应该要把这个事情厘清，因为哈、哦，会议又咕咕等等了哈、哦，啊，搞不好还要四年的时间哈、哦，还要几个会期，八个定期会，好多的临时会哈、哦，你们在回答的时候要把这些责任厘清楚哈、哦，把我们的啊这个应该我们要做的政策跟市民讲清楚，应该要厘清的这个所谓的责任哈、哦，来厘清楚，不是说我们要清算前朝哈、哦，不是说我们那么不厚道了哈、哦，但是真正讲哈，该做的哈，该讲的爱讲哈，唔是含含糊糊的讲哈，讲未清楚，和咱的啊市民感觉讲啊市长啊真。九牛料没有感哈，九牛九牛料哈，好像啊，对这个整个团队的这个掌握哈也不清楚，对市政的这个啊施政的方向也讲不清楚哈，这是一个啊不好的事情哈，因为啊这一本哈，真正足高诶，啊大家哈做了非常好，而且这么节省，用这么简单的，没有那个哈印刷精美的哈，开下这钱来做这款施政报告哈，这是真贴切哈，这是为我们市民哈节省荷包，这是本席所认同的哈，所以希望说我们要的不是这个浮华的表面哈，我们要的啊，不是讲哈，刚才看讲哈啊，这表面做好势哈，啊，内底实质上做袂好势啦哈。很多事情，希望说我们这个以后的几个会期当中，要跟我们各位啊局科室首长探讨的，尤其马上要上演的这个所谓的业务质询，拜托大家要哈准备好了哈，因为很多的啊这个责任厘清，刚刚本席已经提醒过了。那希望说啊以后市长的施政报告的里面的内容，我们该做的啊，大概建几行啊，大行来走哈，让市民有感的来走，这才是哈我们团队应该发挥的一个精神啊哈。所以在此哈再次的提醒大家哈，希望说我们是一个团队啊，希望说我们碰到任何的挫折哈，都不要啊气馁哈，好好啊来拼，好好为市民哈啊来。
好，谢谢，请何文来议员发言。啊，感谢主席，啊，市长以及主管、同仁哈，啊，咱的新闻媒体，首先恭喜市长，何湾在野党变执政党啦，哦，啊，当然一时间哦，雄雄登不上过，也难免啦。啊，我做合并了做四年的在野党，第五年做执政党，我也无啥习惯呢，无啥习惯。啊，当然即马这个时空背景颠倒变吼，当然因有足济期待，足济声音啊，先生，因做在野党，即阵阵做足久个嘛，所以有法度伊张文英做甲张文英的时阵，甲即马放偌久的时间，所以啊，伊永远伊足济时间拢是执政党，所以啊，雄雄变在野党啊。一时不习惯啦吼，所以大家体谅一下吼，啊，大家用平常心啦，啊，当然大家所讲的拢非常宝贵意见，啊，市长以及主管拢爱接受啦吼，啊，昨天你也看讲，张出席59席啦，咱62个尔，3个无来尔，昨天呐、啊，今天来55个，所以代表讲台中市议会啊，水准愈来愈高，出席率愈来愈好。这好现象，啊！感谢咱林市长的带动，所以啊，我的议员当然啊，啊，大家非常认真，非常拍拼，啊，要把咱台中市啊的市政啊要做好势啦吼。当然啊，嘉良市长伊上任啊，把咱的台湾塔啊停掉，本色非常欢喜。台湾塔，台湾塔，五年前第一次的大会，吴志强提出来的版本是啥物？漂浮。哦，哎，正在提起来讲要漂浮，我们漂大去，讲这个外太空的漂浮，大家真欢喜啊！嗯，那我做这個，这个未歹哦。讲一个国外设计师啊，提出来作品非常好。咱议会就哦 ，OK， 大家拢无啥意见。第二年提出来，我阁无讲啊啦。日本的作家龙树下哦，龙树西啦，变来变去哦，所以本色哪讲台湾台的吼，迄当骗的。啊，当然，台湾塔无做，林市长咧做一个。啊，当然，吴志强市长就是讲要做一个台中的地标，才去创一个这台湾塔啦吼。当然，林市长你那是爱找一个啊代表台中市的作品啦、啊。哦，这你偷偷去思考啦吼。所以，啊，佫有听讲会馆中心要刷别类啦。哦，这位我看会馆中心唔好刷吼、哦。啊，第三我讲到这个斜谷线的缆车。啊，因为我装个召集人吼，我来去，哦，咱的这烟嘴烧来也好，古关气象也好，拢备备完啦。我则期待咱台中一个啊缆车啦。啊，当然哦，咱的林市长就讲，这缆车啊已经开1万去啊，啊就咧要招商，当然环评无过，不用招商。我是讲，请林市长一定爱把咱的这个啊缆车部分环评做好，他推动我刷。到底反面会过无？过，我是支持爱做。当反面未过，我就迄阵要阁讲，因为台中市啊，观光还推动观光嘛。台中市有啥物好来？找无啥呢。所以我讲今仔日啊，我都是国光啊，啊一个缆车会当去咱大雪山啊，唔免爬山，就用去看咱的这个古关气象，七级山才水着，拢中西山。哦，这迄天才带咱的啊林区长去爬。要八仙山尔啦，哎、欸，来回差好1点钟哦。伊讲伊进前4点钟来回，7点钟伊阁8点钟才回来哦。所以咱和平区的区长要加油。啊，我是讲这个吼、哦，搁一个强重点就是讲，咱的地沟桥哦，最近啊，咱有一个最佳建预算3.9亿，咱的中央补助1.7亿吼、哦。啊，我就一个讲吼，咱的5月份要动工啦。唔过啊，地方真惊吓。这是咱南屯交流道台中的重要出入口，桥拆掉，你的交管，你的替地方案、台地方案，要哪做？会塌倒去啊，塌死去啊，会向骂死去啊！所以拜托啊，做整体的紧张啊，这个桥要改建，不能支持。问题啊，这大的工程，佮那个对咱的交通啊，冲击这大，希望啊。这一定要好好规划交管的部分，地方拢无了解。你丢甲我问讲，啊，你丢要动工啊？我唔知呢。迄工咧提一张工程先导单啊，发包去啊。5月份要动工，
我能以为啦，唔知。伊安尼讲者，我也唔知，讲到底什么代志，结果提张讲有啦，有一张宣传单。好，好，谢谢。请李文宏议员发言。李文宏议员发言，不在现场哦。陈淑华议员，不在现场。啊，立哦，啊，跳掉了。抱歉，陈正贤议员发言。感谢主席、市长啊、几位各局处所长哦，然后业同仁，还有我们媒体的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辛苦了哈、哦。市长，这份市政报告吼，你真正感谢研考会的主委啊，写得真好啦，非常非常的厉害，乱编一张会当将咱资深立成功的吼和平性议员啊骗到伊看无啥有吼，嘛非常的无简单啦吼。所以讲哦，你个头讲你看无啥有，所以讲哦，这尼啊认真的哦，议员老议员啊，你竟然会看无啥有，无简单啦吼。看这部分人哦，第几下现在了，看着有咩惊喜？什么时候台中市有那么多的弊案？相信过去咱市政咧施政的时阵，吴志强的时代嘛好，过去上早期的张明市长的时代嘛好，种种啊吼，各位执政团队相信拢有检调，有议会咧监督。啊，我唔知讲可能是过去你还未执政进前，跩人拢咧困的款，为什么有遮济弊案，互你起来了才发生呢？互你遮尼啊，逐工都咧生气啦吼！而且我想请问秘书处处长哦，头段黄新渊议员跟朱兰英议员有在谈到说，我们台北的要租一个厅舍啦哦，每个月26.6万，这个有没有包括你的装潢费用，还是单纯租金而已？好，请回答。有跟没有就好了。跟议员报告，他其实并不是每个月装潢费用26万，他的79万实际上花了66.2万元，里面有装潢费用68,000跟。租金还有押金全年加起来是594,000。我跟你讲哦，花了这么一大笔钱哦，如果市长从台北来回哦，高铁也不过2000多块了哈、哦。但是有一点哦，如果是为了要接见外宾或是国外的特别的业务，需要有派一些密使来跟我们市长在台北好好谈话的话，我们不应该这样子怠慢哦，还是要让市长在那边租了。但是哦，这个会期一定要排全体议员到台北去考察，不能在台北有这么好的地方哦，失了我们台中市人的面子也不行啦哦。更何况我们市长未来要争大位的，搞不好是明年就可能到台北去上班了。所以说哦，不能弄一个太粗糙的地方哦，安内强求啦哦。包括苏议长嘛，接到美国的电话哦，最近会派个密使来跟我们市长好好的联络联系一下啦哦。我的拍摄讲有美国总统，打电话说要去啊，要跟着我们林市长啊。我请打电话的、啊，请搞人啊、哦。市长，你的证件有一个托育一条龙哦。社会局里面有一个0到2岁的合法保姆的一个托育补助，每个月2500吧哈、哦。然后教育局有一个合法幼儿园2到5岁的一个托的一个就学补助，一个月3000。但是里面有一点哦，台中市民哦，如果是自己带的，没有。假设他在彰化县或是邻近的县市上班，他把小孩子带到那个地方去上课，也没有。哎，是不是厚此薄彼？好像不大对吧？我希望只要是涉及在台中市的，他有居住的事实，不管这个囡仔是阿嬷出来、阿公出来，还是四大人出来。只要伊是咱台中市民，伊有合乎0到6岁这个部分，应该要一视同仁，唔茫有厚此薄彼。你讲好唔好？指定请到我者。好，回答。这我会请社会局跟教育局来研究哈，那个议员宝贵的意见。但就是说，他户籍在台中，但是因为父母可能把他带去彰化或苗栗啊，那在那边涉及到他是保姆还是幼儿园或托婴中心什么？不是哦，不是涉及家，是实际上在这里居住，他是上班在外县市上班，顺便把小孩子带去那边，就近可以接受。你说从户籍变成扩大到居住在台中？他是居住，他是涉及在台中，也而且也有居住事实的哦。你唔忙安尼厚实剥皮，阿公阿嬷出来都无补助，一定爱合法的保姆，安尼够合理？难道这些人？
给父母给阿公阿嬷出来，就不是台中市人 的小孩子吗？我们现在是第一阶段是先促进这个保姆好的一个市场，然后增加妇女的劳动参与率，所以这个政策的目的不只是为了补助或津贴，好，中低收入户那个当然是供津贴，每一个人都有。可是在这个样子，如果所有啊每一个小孩子零到六岁都有，我们一年的预算要二十几亿，所以我们现在以十一亿啊多来做最重要的这一块，先把保姆制度以及啊我们对幼儿园还有托婴中心的价格一定的管制，把它纳入我们的政策。那这个样子就是花不到啊全面补助的一半的钱，但是已经可以带动它正面的效果。那这个其中因为有教育部的政策，有这个卫福部的政策，也有我们台中市政府的政策，所以我们在整合中啊，哦，是把多种政策把它整合在一起。那所以会出现刚刚讲的，有一些是2500一个月，有一些是3000一个月，因为它涉及到不同的单位，哦，他们的一个啊补助或一个政策。那这部分逐渐的整合之后，哦，我们当然希望哦能够啊再扩大，哦，不过就是要等我们的制度比较上了轨道之后啊，我们也事实上未来哦就像议员所讲的。哦，有一些情况啊，哦，比较特别，可能户籍跟他的所谓的这个托育的地方不一样，或者是呢啊，他本身要自己当保姆的这个部分，好，哦，那我们也会逐步的来啊，哦，研议。好，好，当然预算的多少也是一个我们考量的因素。好，哦，谢谢。我要再讲清楚了啊，哦。那陈淑华议员不在现场哦，请我们赖嘉威议员发言。谢谢主席，交通局长。本席跟请教一下哈，在4月17的时候，苹果日报啊，我们有一个上新闻，让台中市上了全国版，你知道吗？说我们台中市五岔路是车祸王第二名，这件事情你知不知道？报议员知道。您知道，那你也知道我们的冯副局长接受采访。知道，知道，是你指受益副局长去接受采访的，是。那你既然受益副局长去接受采访，但那您为什么没有发新闻稿去受益说要求新闻去更正，做新闻更正，没有像新北一样去做新闻更正的动作？议员指的是哪一部分？可不可以讲清楚？新北市有发新闻去做新闻更正说，哦，他们那个路段早就做改善了，这件事情你知道吗？我知道，那个统计是102年的统计，103年已经做了改善。你确定是102年的统计吗？是。怎么我本席手上拿到的是101年的统计？102。是。那新北市有发新闻稿，然后也有上报说，哦，这是过去的旧的统计，为什么？我们台中市没有，因为交通部每年都是用这种方式统计前2年的啦。交通部每年都用这样子的方式统计前2年，所以说我们就因为这样子上了全国的 A8 版，苹果的 A8 版，因为我们台中市。是车祸王，而且这个地方，请问一下市长，你知道这个地方在哪里吗？这个五岔路口在哪里？五款楼下。五款楼下是倒位？市长你知无？知道。请市长回答一下，你知道这是倒一区？局长，市长，请你回答。这个新闻一发生的时候，我已经有请交通局啊。你知道这倒一区无？这个就在大概接近北区这个地方，加八窟啦，起定掐嘴，好，请坐啦。然后本席调了一下资料，局长也请坐哈。本席调了一下，我们103年度30大易肇事路口的一览表，里面完全没有这个路口。本席也了解了一下。这一个五岔路口是我们全台中市最复杂的路口，也是我们北区二分局警察维护最辛苦的一个路口。今天他一个
车祸王的第二名，不但抹煞了我们台中市的交通局，也抹煞了警察的辛苦。因为一直以来，其实这个问题在当时这边有肇事问题的时候，事实上不单单是当时的交通局，也不单单是当时的警察局花了很多精神在上面做努力在做修正以外，也花了很多的想法在上面做修正，并不代表说当时的努力到现在做的就非常好。事实上这里还是非常常肇事，本席也常常在这里看到肇事，看到有人受伤，有人车祸，本席还是非常常看到。但是本席不能接受的事情是，在这里面的所谓的十大肇事路段里面，我们台中市就排了五大，这十大里面我们台中市就排了五大。在这样子交通部用前两三年的一个资料然后拿出来，在二月份公布的报告拿到四月份来写新闻，丢给报纸去写新闻，然后上面没有写说是哪一年度的报告，事实但是呢却完全丢光了我们台中市市民，也丢光我们民意代表的脸，更丢了市长的脸，因为这根本就不是市长做的事嘛。市长都起来啊，跟市长有什么关系？我们马上变成车祸王，这我们是要发稿澄清一下，都没嘛，是把市长都完了，但都没走。好，感谢，时间到哈，我们请苏庆林议员的发言。拍谁啊？啊，多谢主席啊！哎，市长，各位大家好啊！那么我今天是市长啊，就任啊第一次的这个市政报告哈、啊。啊，当然呢，在你这哈、啊，请我看，你有讲哈、啊，这个大破大立啊，哈、啊，你要除弊啊，大破大立哈、啊，你讲。这个台北市啊，科比啊，要把大巨蛋拆掉，伊无拆。啊，你这个来无讲，媒体都有写，你无讲，你唔捌写，你都唔市长，你哪知？那么你用台湾塔，你用停掉。市长，我来报告，大巨蛋是钢钉啊。用85%，那么台湾塔呢？是一个纸上作业，也袂咧，所以差真侪啊。另外，你讲除弊，啊来，在座的这人事主任、主计、警察，这是原来，其他拢政务官，这拢是拢新的，但是除弊，你举手。遐是事务官呢，今仔无坐伫遐拢事务官呢，遐是勇士啊！啊，你硬讲伊拢问题，你的看法就是安尼。所以你讲你出弊，你的事务官，你拢无甲认定，这公道吗？这公道吗？所以我硬讲吼，事务官是非常重要，伊是专业的。有能力的，既然人出弊，我一张我那做十万年，啊那拢无看到司法院，这个检调，那有这个问题出现，所以呢，我希望讲吼，你要认同你的团队，认同这事官，这是非常重要。那么多谢呢，你提起这个好议员，有提起文安兄，我非常感谢伊。咱台中啊，大台中市啊，真正无什么点啊。大量的陆客来咱台中，确实唔特别要到伊佚佗。那么有一条这么无简单的斜谷线缆车，国光是一个有名的温泉区，大西山是有名的森林游乐区，这两个是伫中海拔甲高海拔连接周围。
长度要到七公里，这个林相拢无同，这做起来，员工不但入客来是国际的顶，这个观光的重要一个所在。你既然定时无完成，你就甲招商，这是你故意的嘛？对，你是正为招商诶，对，正为招商诶，所以你是百事有感呐、啊，是怎啊？叫一张台中名片我摕到吼，伊讲吼，百事有感足简单诶，林佳龙打无百事有感，嚯、哦，这写得有够好诶，真正有够诶，这个台中名片啊，我唔对，我看看，阮当时大建设，包括四五千。东势丰原这个快速道路，马克的天罡，你干阿一个，尚有余力，你就甲停。这班桥甲这有甚么关系？是不是呢？你环评嘛过啊，嘛公告啊，嘛照定数来，数完会，这是另外数完会，但是因咧处理的是防抗问题。所以我希望讲吼，政策是延续啊。你唔好讲聊聊啊，山城大建设真水啊，缆车你也要划停，这个四五千你也划停，一个有一个石冈情人木桥天梯，这件代志市长你唔得知哦。但今日你免我回答，你先分析啊，先讲一个，互你了解，尤其观光局长啊。你稍微了解一下哈，这个过去我的提案哈，也冇做部分的规划去啊，啊，前面作业买了冇做差不多啊，石冈、情人木桥、天梯。好，谢谢，请邱淑贞议员发言。哦，感谢主席，咱的市长。我看百日有感吼，这有啦，我有感觉吼。我即马像啦，出去外口吼，人拢讲诶，即马是，你看换一个政府无同啊吼，伊感觉这个路平吼，伫吴志强时代吼，这个路平专案吼是路不平啦吼，51.5%的人拢是反映讲这路拢无平吼。啊，但是最近吼，我感觉咱像咱昨咧讲这个追加预算吼，咱伫这路平专案，咱就追加6亿2400万吼，啊，佮有这個道路桥梁养护小型工程，这嘛6亿嘞吼。所以我感觉，昨听到讲，真个有影民众吼有感呐，也感觉讲，即嘛路拢足平，袂讲，若塞一个车，就敢若咧跳半步嘞吼。所以这是予人民真肯定的，讲这路有平啊啦吼。啊，这一点吼，啊，佮有一点就是讲，咱这道路桥梁养护吼，我感觉吼，这是伫吴志强时代。阮一直吼，拢直直强调讲，这个路爱来开吼，又啊，到即马拢无法度吼。我是感觉讲，这你若做落去吼，应该是这人民这个民众做家己肯定吼。在我们树义国小吼，咱的树义国小遐吼，伊边啊只有一个南平街吼，有一个福田三街吼，这12米才共开6米尔吼，这是无道理啦。尤其这个。所以国小是伫咱阳光是一个名校啦吼，咱台中市这嘛名校，若要入去读吼，我还佫拜托校长咧吼，啊，但是啊，甚至还佫来佫拜托甲教育局长讲，看有法度钱入袂无吼，所以是大家要钱来才读的。啊，但是吼，那这个上下课时间吼，拢是还是拢吼，拢爱人车争道吼，一边啊佫，因为你无法征收嘛，我路哪有要你过，人佫围一个栏杆，围一个这个一个围篱起来吼。是拢咧做迄、那个做这个工程啊吼，所以是囡仔底下咧行吼，上下课一两千人吼，甚至个家长车啦啥，是足危险的一个所在吼。迄顶个是讲9000几万，即马一个万加征收，即马1亿6000万左右啦吼。所以我是感觉讲，这个伫你的这个近来这个工课一定爱来做啦吼。这是用讲民众足期待，尤其这个是这个苏义里家吼。出去的人家选举人数都9000几张票啦吼，啊，后期咱是注意血统安全啦吼，这个血统的安全，这是咱一定爱迄落，卖讲等个代志发生啊吼，事故发生，才要来迄落是上班吼，所以这我拜托讲吼，这个一定爱来注意吼。啊，佫有一点就是讲，咱即马吼，咱定讲的改朝换代的吼，咱都现在除弊是
有的事情吼，咱会用来做啦，咱唔免写到遐明啦吼。即、这个咱了解吼，教育局，咱最近发现讲吼，咱有15亿的即个老旧校舍来那个改建吼。咱竟然15亿的这是伫年初就发包啊，竟然恁拢唔知影？你敢你知影这个代志吧？你讲者。跟议员报告哈，我开始在不是开始，就是已经在了解状况跟收集资料，确实有一些学校是在去年的12月23日就做成决议的，有些工程是这样。有啊，是用安尼，所以恁阿爸做监督，你看10月一到乌市长败选了，12月7日，你看咱这个台湾塔嘛，佫追加70亿，哦，啊佫甚至这15亿伫败选了，随佫紧发包出。这乌狗偷食，白狗来切嘴，吼、哦！我感觉讲这是拢唔对的代志，所以即马代志已经发生啊，嘛发包出来，你们要做好这个后面的这个监督工作。有，我们有组成专案小组。有，恁一定爱来安尼做，袂使讲诶做做咧拢咱咧撤销吼。所以我知影讲吼，咱的市长吼，咱家林市长加用心要做工作啊，我也希望说我们的师傅团队拢爱一定爱来配合来做好监督工作。哦、好，你请坐。谢谢议员。哦，啊，我一点吼，我希望讲，我感觉吼，咱的即马，咱的市长吼，咱林市长吼，你即马拢伫即个社福方面嘛，做甲足好个啦吼，老人家呀啦吼，啊，再即个育儿津贴啦，啊，佮有即、這个即老人托老啦吼，老人囡仔拢有照顾着，即、這個、我甲你肯定啦吼。啊，但是我有感觉吼，咱的即个有影局处长吼，爱绷紧神经啦，啊，伫我。有人甲我讲讲诶，身体比你悬，安尼迄人咧得过白色，怎么样名片伫日本吼？这敢那较不妥啦，这个观感无好啦吼。我讲迄个名片分3万外张去啊吼，这个观感无好啦。我想希望讲这大家爱绷紧神经啦，甲工作做好，这是只对于市长帮忙吼。好，谢谢。好，谢谢，请严丽云议员发言。谢谢主席、市长以及所有议局主管以及我们所有议会同仁，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想请问林市长，请问你知道昨天台中爆出了全国性的大新闻吗？市长点头了。我想你也知道说，卫生局在4月初稽查了我们台中辖内的饮料店哦，发现有4家业者的这个茶饮农药的这个残留是超标的。包括了我们台中广福兴茶叶的铁观音，以及吃茶小铺，还有我们这个最知名的50岚四季春茶，跟 AT 向心店的红茶。市长，请问您市政府立即的措施是什么？请市长回答。好，请市长回答。我们立即的措施当然就是先通知啊。这一个就是因为总共有4家，它来自台中1家、台南2家，是南投1家，是好、要做源头，好、去了解它进货。那这里面马上就是昨天哈、针对在台中的这个部分，好、就是要求他们，好、就是要做就是预防性的措施，是立即下架吗？下架啊，就是请他们立即贩售嘛。对，那因为这比较特别的一点，是因为它涉及到我们政府的这个检查的标准，在去年7月。好、有加比较严格啊，所以这个部分怎么样勿往勿重、一方面要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希望他们预防性下降，但是同时上游啊，我们要确认他是7月前进货或之后，那所以在这部分我们的卫生局长也是相当谨慎，包括很多媒体朋友也很关切，所以我们昨天就是说要尽早的确认他是什么时候进货，进货单、希望能够查明，那么这个部分的讯息一定要尽快的提供给社会来了解，避免恐慌。谢谢市长，请坐下。谢谢。那我想这个处理哦，其实我觉得真的是不够积极哦。4家的业者违法都在我们台中市发现，那竟然还拖到昨天才有我们台南市这个卫生局对外公开，这个合理吗？那请问卫生局长，我们卫生局在4月初就对手摇茶饮料的这个农药残留进行抽验，那为什么到昨天才通知业者下架？中间过了这么久，请问到底是发生了什么问题？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请我们局长回答一下。哎，主席啊，严委员，还有诸位议员，这个是我们卫生局的例行业务，是以前没有查过的。
那么这个是我们在四月初的时候去全台中大概有20家的这个手摇茶的这个商店去给他抽34个简体。那么一般来讲，我们做的时间就是要那么长。我们的那为什么四月初就抽检了？为什么现在才公布？现在已经快要四月底了。局长请坐下。那我想局长，你昨天说除了已曝光的这个50栏还有3家未报，但是台中市卫生局以要确认为由不公布另外3家名称，是否刻意隐瞒？为什么不说呢？市府的健康难道不重要吗？我想呢，请问局长，台中广福新茶叶以及我们吃茶小铺50栏以及 AT 这4家的业者在台中共有多少分店？市长，我们局长知道吗？这个广福的只有一家，但是那个五十兰的有12家，50栏才有12家，在台中市台中分店，在我们台中市的分店哦。台中市的分店不止哈、台中市的分店，局长，我告诉你是81家，还有我们吃茶小铺总共有100家的分店。局长，请坐下。那每天都卖出多少杯？局长，我想你们应该也没有统计的数据吧？那连这个数据都没有掌握，我们市政府要怎么查？我们民众要怎么安心？那我想呢，甘公喜公啊，把人的家西北料吗？你们自己都不喝。啊，你们自己都不喝，所以我们在稽查，我们就不积极嘛。我刚刚进来的时候，看到我们后面的这个我们的媒体的好朋友，大家人手一杯手摇饮料，我刚瞬间捏了一把冷汗哦。可是仔细一看，发现是我们这个绿豆沙牛奶哦，所以我想它应该是没有这个农药残留的这疑虑。所以在这边，请我们台中市政府哦，还有我们的这个我们卫生局这边，一定要积极的来办理，尤其是现在不管是大人。小孩都很喜欢喝这个饮料，前阵子还有这个小孩因为长期喝饮料，他才7岁就有这个所谓的这个肿瘤的出现，所以我希望说赶紧我们相关的这个局处单位一定要积极的来做这个稽查，并且如果有稽查到，赶快做积极的处理哦，赶快让这些好，时间到，欢迎一下王议员。不在座位上哈，陈进龙陈议员，请发言。主席、市长、各位一起主管、各位同仁，大家午安哈。那在这里，我们对市长的施政报告，我们是一个很正式的一个正式的一个文件、一个文书啊，我们在这里来看待哈。那在这里。其实我在这里刚刚已经有几位议员也提到，我建议我们事务团队建议市长，既然我们是一个正式的报告，你在里面啊，你直接讲除弊新利啊，这个弊啊，你直接已经点出来了这么多的弊端，那我相信我们政风处处长在这里，如果今天市政府林市长都已经讲这个是弊案，总共他已经列了7项弊案在这里。处长，这7案你办了几案了？几案有在办？我们包括台湾塔跟那个 BRT 2案。对。那这边总共写了7案啊，你怎么只办2案？其他的还在处理，嘿。还在处理。那你的一个意思就是说，市长在这篇报告所写的7大弊案，你就认定为弊案了，所以你7案都要来调查咯，要立案调查。因为我一直深信台中市政府对台中市议会的尊重，一个市长的施政报告既然已经这么明确的举证指出，那政风处你还只办2案，那你就严重的失职。请坐。李家，我给市长报告，真的，我们的研考会啊，我们的团队要用心，我绝对不相信啊，花博用地向外扩展啊，会是弊案啊。2018国际花博场地在后里，你的考量区的发展，把它扩大为丰原跟外埔。你的团队会把它
写在你的储备里面，那么卡卡派去啊，这个会是弊案，我就搞不清楚，这个弊案是原来在设在后里是弊案，还是你把它变成丰原外埔是弊案？所以这个团队没问题吗？所以我在这里，其实我希望市长是不是给你有一个一点点，你谈一下这个用弊案啊，用弊这个字啊，在你的施政报告，我是觉得不妥当。你有没有修完的雕像者不？还是你就认为弊案？市长，请说。好，跟鸟一起干。我们的同仁是有把它挂号起来了哈、哦。那当然就是在花博这个部分哈、哦，它并不是，我想这个用词前置啊，应该值得要修改哈、哦。应该是说本来在用地取得，在去年啊，就知道。市长，你我要问你的答案，你没有很明确的答。你的开桌名义就除弊，除弊你列了七项。或许这七项里面有一些有问题的，你们觉得有问题，但是我觉得一个市长的施政报告是要立即明确的用字，得做恶意，用弊案弊端是弊，也是弊端的意思啦哈、哦，就是基本上就是有一些有争议，而事实上我们政风单位也已经进行调查，只两项嘛，超过一个门槛就请客了，也不止两项啦，他。基于他的专业哈，他也不能够在有一些情况之下尊重吧，好尊重吧，好市长请坐。另外一个，我在这里啊，我还是要提出啊，我们的雪谷线缆车啊，跟新大线缆车啊，坦白讲，过去新大线缆车我就一直不看好。他们在招商编列预算的时候，我在议会我就是主张要删除招商预算，因为环评还没有过。但是目前的一个问题，我们的团队变成说你环评还没有过，你就完全要否决这样的一个施政的一个延续。环评会过不过是一回事，目前环评当时去做你们也不送，你们就做到一半，环评做到一半就把它停下来了，环评的钱也开了呀，环评为什么不继续做？环评会过来做，环评没过卖走，为什么你们现在连环评都不敢去？好，请坐，时间到。中正安中也请发言，不在座位上哈。陈世凯陈也请发言。感谢主席、市长，我们市府同仁大家辛苦哈，已经下播了哈，大家一个继续在奋斗当中。市长，今天是你第一次的市政。的这个施政报告啦齁。那当然我觉得到现在为止不管是在网络上也好，或者是说在一般的民间也好啦齁。很多的民众不像我们议员可以坐在这个地方来听市长做施政报告。所以很多的市民确实他们有这样子的反应，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大家只有感觉到台北的施政有感，连台中人都感觉到台北的施政有感。但是台中人却感受不到台中的施政有感，当然市民是这样子看，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检讨。不过市长，我们还是要替台中讲一句话啦齁。我这两天也在脸书上面 po， 虽然大家只关注台北，但是台中这个都市还是很努力的在进展当中，我们台中市要加油。市长，我现在跟你请教一下，台中市民目前的无感，当然我觉得有很多的原因啦齁。我觉得一大部分的原因是我们台湾目前的媒体似乎只关注台北，这样子的关注台北的状况底下，是不是对我们台中市的施政要让市民有感，是一件不太公平的状态？市长，你可不可以回答一下你自己的感受啦齁？这是自己的感觉，这没有科学的数据，只是说目前的媒体这样子只报道台北，你也感觉对咱台中市政府还是台中市民不公平吗？我觉得这有好有坏哈，就是说媒体，我也当过新闻局长，那一直成为焦点了、啊，你整个就是要因应这些议题，是，那其实还是路遥知马力啦。我是强调行稳致远，我们的政策，你看在这四个月来，不管是检讨既有的，做很大的调整，每个案子都非常大的调整，哦，不管台湾塔 BRT 或者是缆车，还是说像这一个这个花博的换地，啊。好，这些其实
都不是非常容易处理的问题。好，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推出的政策，不管大家很有感的社福政策，好，托育一条龙，65岁以上老人免费装假牙，还是我们在规划中的。我是觉得4个月这个就是一个开始，要在旧的预算基础上我们怎么样去做调整的第一。所以市长，是你会不会觉得目前市民的无感是来自于主流媒体不太报道台中，会不会有这种感觉？我是觉得，你会不会替台中市政府的努力抱屈，市民觉得无感你也抱屈不？因为我觉得说台中有台中的文化齁，对，其实长久还是要看我们有没有做出成绩，很多东西不是短期内。所以目前的无感你干嘛是咱努力不够，还是媒体报道不够？我觉得其实你要用对照来看啊，是相对于以前的话，现在市民对这个团队来讲也是给予很高的肯定。好，那么因为他很多东西还在观察中，比如说我们的满意度是很明显高于不满意度好几倍，是，但是中间�啊未表态在台中有将近40%，很多嘛，很多，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空间，就是还没有感受到啦，还没有感受到，不一定叫做无感啊，无感可能就是你弄不走啦，对，但是还没感受到。比如说陆平这个案子哈，我们在过去的没有预算在，我们先做了一部分嘛，对，那现在如果这个追加预算6亿过，我相信这个道路的这一个平哈会大大的改善。好，市长，谢谢您，请坐哈，谢谢。我想齁，台中市的无感很大一部分齁，我自己的观察啦，媒体不关注，我觉得这个我们自己要好好去宣传，好，不可以让我们的民众都没有感觉到这个都市的进步。其实我觉得市府团队这几个月确实很努力啦齁，大概真打拼，但是感受还没搞，大概要继续加油啦齁，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市长，今天是你第一次的施政报告，有一个状况我要先跟你报告一下，要让你清楚，我相信你也清楚了，在选举的时候你听太多，大家觉得县市之间的差距，旧县区跟旧市区之间的差距还是非常的大，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要跟市长要求，也要跟市府团队要求，对于过去旧县区的行政资源应该要多放一些，包含几个东西，一个很重要的叫做公车，公车目前我们从8公里免费变成到10公里，超幸福，但是县区很多居民跟我说，议员啦，啊，阮头前只公车吼，3点钟一班啦，一天3班啊，4班尔啦，阮是免那超有感，阮是免那超幸福。哦，光是公车的部分，我觉得就算亏钱，也应该把县区的一些偏远地区它的公车网络要把它补起来。县市之间的差距，我跟市长报告，差距多大？光是富康巴士啦，吼，市区比较窄，比较集中，它富康巴士其实密度不用那么高。市区北区、北屯区、西屯区平均啊，齁，这一区有18.3台啦，但是到了海线，好多个区加在一起，我不要全部念。才6台，你看这个比例上的差距就看得出来，所以拜托市长，好，现在请坐。来，卫生局议员请发言，不在座位上哈。啊，蔡仁山议员请发言。谢谢主席。我想今天很多人都在讨论所谓说政策要延续。但是本席认为，所谓政策要延续是指好的政策，好的政策我们来延续，但是错误的政策甚至是不好的政策，我认为应该迷途知返，当机立断。好，所以其实坦白说，这过去在胡市长市长主政的13年来，坦白说台中市民给过去的政府很多的机会，但是那时候的政府自我感觉良好，今天大家都在说无感嘛，吼，那时候过去的政府自我感觉良好，但是我们的市民却是无感的。那其实在市长你才普上任没有多久，我想大家爱之深责之切啦，或许大家对于过去的13年期待很深，把过去的这种13年来的期待通通都放在现在你刚就任的身上，所以大家一直讲说政策延续，政策延续，我本席认为在讲这一句话之前，我们是不是应该去评估说这个是好的政策还是不好的政策。那这一本施政报告里面有讲到一些所谓过去的政策，也有讲到一些所谓市长未来要做的建设。那很遗憾的，在以我们选区的结构来讲，我相信过去我们常常在讨论说所谓的巨蛋，在我们的选区里面，在我们的北屯区里面，过去我们常常去讲说，胡志强市长一个巨蛋连敷了13年都敷不出来，我们真的很期待就是在林佳龙市长的任内
给我巨蛋，其余免谈，请给我巨蛋。这颗蛋孵了13年，孵不出来，总该换市长，换了一只母鸡来孵，总该孵得出来了吧，市长。但是我在这一次的施政报告里面没有看到，我很担忧诶。可不可以请市长简单说明一下，我们现在巨蛋到底目前这条人到底是会孵还是没孵，还是这条人的状况目前到底是安怎？报告议员哦，因为这个巨蛋的所在地在我们的这个地啊，这个从化区里面。对。那因为土地还在进行啊分配中嘛，那虽然先前有划了一块地，哦，我想包括土地，包括整个建设的一个预算啊，都还处于未定的情况。但是我们是朝这个方向，哦，已经在做规划。好。那这里面我们希望说，透过一个运动廊带，因为有洲际棒球场，还有篮球场。还有北屯跟西屯的我们的这个国民运动中心啊，是另外包括网球场，还包括那个垒球场，以及啊我们现在有一个 ROT 案啊，就是可能会有一个迷你巨蛋在这附近，所以我们整个是把74号线所有的运动设施都串联成一个廊带。那这个巨蛋，所谓小巨蛋啊，也是我们其中的一个规划方案。好，但是他还是要经过重划哈，土地取得还有预算的编列。好，市长你请坐哈。好，谢谢。我想在我们的施政报告里面，我希望也要求我们这些所谓的重大建设，是不是也能够做成一个表格？譬如说，我们关心的，像市长你讲的台湾塔，它目前到底何去何从？巨蛋到底它未来要怎么做？一些属于我们台中市的教那个所谓的重大建设，可不可以具体的用表格把时程，比如说我们可能预定哪时候要完工，然后它目前的状况，它目前的进度到底是怎么样？我想如果这个表格做出来很明确，让市政府自己有压力，也有所谓的督促力啦。市长，这个可以做得到吧？这个做得到吗？那其实在过去的时代，咱的政府吼，大本甲选举迄年足侪甲开始动啊。我希望说，我们现在新的开始，不要到所谓像胡市长一样，在选举年一大堆的动工秀、什么选举秀等等之类的。我们把我们未来4年要做的既定目标，一个一个把它列出来，时程列出来。我认为这个才是对选民有所交代。哦，康吹波机重起爱北庄欧一告尊省啊，市长，这个可以做到吗？就是我们把我们的一些重大建设，我们把它表列，把时程写出来，进度写出来，到底咱要安怎走？好，民众知影嘛，好机会知影，可以做得到吗？好，可以做得到哈，因为我们已经由三个副市长针对原来34项重大工程逐项都进行检讨。那这个资料什么时候可以送到议会？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我今天的口头报告有提到，我们会提出就是。2025旗舰计划就是未来这几年，哦，大概所有既有的这个重大工程怎么转化，有一部分会留，有一部分会改，有一部分可能会删掉。啊，这一个衔接必须反映在下一个年度预算，所以我们是配合政策，政策没有预算啊，其实就只是一个主张而已。那目前的这62亿，就是短期内我们认为可以做衔接的一部分。不管经建交通或者是社福文教，那这个部分我们会根据议员的部分，哦，我们对34项重大工程的检讨跟新兴工程事项，哦，我们会再提供给议员参考。好，好，是。刚不大家刚不过问的话，但当年伊讲出来，我话刚蛮休困啊，刚不过问。不过讲我对了，不讲我对，那不无炸哟。啊，当年伊在台湾。感谢李定，市长所有一级的所有局科处长啊，本会先进同仁，所有最尊敬的媒体啊，林市长很有幸哈，第一次来跟你探讨，会当跟你坐伫这家，也觉得很荣幸啊。嘛，要甲市长报告，我无方啊，可能是有史以来由你这个在野党啊，头一届赢，对吧？对吧？哈，头一遍。不晓得你记不记得台立武峰各赢了多少，把对手赢多少票，你还记得吗？多少你能回答一下吗？啊，龙总，然后加起来台立武峰哦，两三万票嘞。不记得，你记错了。还包括太平才超过了。啊，不可怜，我刚才我遐人赢3万，我你凊彩讲讲嘞，无要紧啦，有啦，你都已经赢嘛哈。但是啊，
启定啊，你早上有一个施政报告嘛？你这整本的施政报告啊，百利五峰这一个字都没有提起呢，你有尴尬对吗？你有没有感觉？我一点么尴尬那种哦，像有我的一个像赛，靠在胡志强啊，嘛是将来无甲百利五峰看伫内底，我认个你嘛是一字拢无，一个字都没有。我早上对足早足早都坐咧点点啊听，听看这百利五峰人对你遮好，你竟然啊，卖讲我安尼故意足歹听的啦。就是竟然忘记了这些支持你的人呢，起定啊！因为你有没有发觉进来这几亿都不？没错的，我不会讲谎话的。去本地下，啊是秘书处下，所以秘书处如果是秘书处下，秘书处还怕卡称了、啊。秘书处就是没有看到大理雾峰，叫做城乡差距愈又愈远去啊！市长，这次你要追加减六十二亿嘛，对不对？有没有大理雾峰？有没有？你可能无法度回答嘛哈？啊，局科处长，有人要甲市长回答者，讲恁有伫代理部方有接六十二亿个无？报告议长跟议员，当然有啦，里面也有出现大理雾峰的字眼啦。我想包括、啊、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来？你讲者。包括国民运动中心嘛，包括整个影视这个产业的一个六十二亿的追加减五国民运动中心。啊，我说你刚讲的，我们这一个报告里面，我是说。国民运动中心那个每一管区都有，你有没有向别的县市特别提出来来报告讲，在某一个区，我卖指名啦、啊，某一个区有什么什么什么，你刚好给我指名大理雾峰有一个跟别人不一样，无安尼啊？你起码给我回答，讲大巨蛋起底大理雾峰，你敢不敢？唔敢嘛？我想你得做底挖去啊！我今天早上也提到特别雾峰哈的这个影视基地哈，为了要打造既有政策啊，你是你发明的啊？这是既有，我们会有第二期哈、哦，会让它成为一个更完整的一个影视中拍摄的一个基地，啊、哦，那不只是原来的三公里、你这样的回答哈、哦，七亿元的预算，你这样的回答也叫代理五峰人给你笑啊，议员笑啊，看议员如果具体先跟我们指导一下，把林佳龙倒三缸这里，找一个物件，等下我代理五峰，和林佳龙有机会连接嘛，对吧？是你话你去回答，你也较轻松啦，对不对？我想很多项的交通治水，还有这些还是要为连任努力嘛，包括屯区，还是要记得台立武王人的温情嘛，不要忘恩负义嘛。好，下节嘛，我会来努力。市长，除了这些报告以外，我还怀疑一件代志，你报喜不报忧啊？但台中市政府不是只有二十八个局科处呢，我们还有蛮多的欧机关不是吗？霸品市场啦，全国市场啦。公车会啦，这种叫做二机关啦、啊。金花局局长，您起码刚起嘛兼某一个市场的董事长不是吗？是不是？是不是？好，马议员四月二十号辞职。啊，四月二十号辞职，起码还是嘛。农业局局长，你也兼了一个董事长，某一个果菜市场董事长不是吗？是不是？农业局长是不是？是。小家姐，报告市长，我一直觉得很好玩呢、欸。如果一个局长可一旦兼董事长，他批的公文搞登一列交给来的，你叫那些局科处长怎么批示公文？会不会被监察院弹劾？你两个人决定这样未知，监察院都对不对？给你弹劾，给你海戏呀、啊？不是这样吗？我当然时间不够啊！我一直认为说，你是不是也把这些欧机关嘛报告这里？可以这样做吗？公务人员可以兼这些董事长吗？这些董事长的公文怎么交给他的科员去批？立马改嘎杰安装批示这些公文，这些东西都不用报告吗？这个在市政报告来的是重点呐、啊。等 A 执行跟总经理这个讲了哈，在郑耀忠议员请问。好，多谢主席。市长，我今晚要跟你请教哈。台湾哈，最近食安问题频传，食安问题频传哦。那根据《食品卫生管理法》，《食品卫生管理法》它其实清楚的规定，业者必须自主管理，第七条，业者必须自主管理。那在这个去年的十月，卫福部呢也已经公告，特别公告，在去年的十二月三十号开始。有五大业者必须进行自主管理，
这个五大业者，包括我头讲这件代志，市长你敢有了解？你有了解吧？请回答，请回答。这个部分哈，其实我们有一个石安的会议有139的政策。其实刚刚议员讲的部分，我们的徐局长，其实在这一次为什么主动稽查？你看我们台东市政府的卫生局，自从这个徐局长上任以来，他的一个稽查检验的频率是非常非常高。请坐。我利用这五大业者，我用快速的时间跟你讲一下。第一个叫做水产食品业。第二个叫做肉类加工食品业，第三叫乳品加工食品业，第四叫做食品添加物的制造及输入业，第五个叫做特殊营养食品业。好，对，这个物件其实我们的这个卫福部是要求我们地方政府要求我们业者做自主管理，但是很遗憾了，这个东西我们好像没有在做这个事情。好，那最近呢，包括五十岚，包括我们的英国兰发生这么大的问题，于是本席呢今天在这边提出一个议案，我希望用自主的方式，也就是由本席还有我们在目前这个四位议员，我们要提一个台中市食品安全管理自治条例。那目前呢我已经进行了联署的工作，我已经进行联署的工作啊，也已经联署完成啊。那我希望市政府能够指示我们相关的这个局处，能够在这一次定期大会能够完成这个自治条例的制定，请问市长能够答应我吗？没有问题，这全力配合。然后我们的卫生局事实上也针对这相关我们已经有列点在检讨，那就是文字的部分再跟议员来请教。好的，那台中市食品安全管理自治条例，其实我利用了很多的时间，跟相关的专家，还有律师业者、法律业者，我做了这样自治条例的制定哈。那我希望我们台中市政府的卫生局能够把我这个这个自治条例再加上你们的意见，在这次定期大会里面来给他完成哈。我是不是请我们徐局长可以有几秒钟也回应一下，把我们现在做什么跟你配合，那能够照顾到整个台中市市民的一个食品安全的一个权利，当然这个同时也是照顾到业者的权利的哈。那好，那我给局长来用很快的时间内答应我这个定期大会能不能完成，好不好？那局长，好，谢谢议员这次在提出这个食品安全自治条例这部分。事实上，局里面这一部分的，我们也组一个小组，相对应议员这部分的，我们希望用行政部门这部分的意见，跟议员这部分的两人一起把它结合起来，让这个。所以这个定期大会能够完成吗？做得个，会赛吧，尽量，我们尽量，会赛吧，会赛吧，尽量。市长就讲好啊，你，市长就讲好啊，会赛吧。大家一起配合，定期大会一起配合，我已经帮你草拟草案，帮你完成了，可不可以？好不好？一定想办法把它做出来。好，阿哥，一定要哈，一定要，好不好？那接下来我让世凯有点时间跟各位做一点简短的叙述。谢谢哈，我们的局长哈回答得太客气了啦。我觉得我们要做一个有感的市政团队哈，什么事你要敢答应要敢做啦，卖下面歹几拢惊惊啦。食安问题不能等，食安之所以到现在爆发这么多的事件，就是中央的卫福部他该负起的责任没有负起。所以我们台中市一定要有自己的自治条例来保护我们的市民，我相信市长绝对同意。所以我们的局长，你别怕啦，你得担家港大营这个会期一定要完成这个条例，自治条例的推动可不可以？请，可不可以的？起立的刚好啊，你就送出来吧。啊，都能以为，我让特地草拟草案，帮你草拟完成啦。我说我们局里面已经准备了一个小组。已经筹组完成了，针对议员这部分。好了，谢谢。好，好，蔡雅玲哥，局长，较有担当的市长。好，时间到了，请坐。请坐。来不及啦，这还要送出席委员会，这会期不能够完成，他不敢答应啦。他不敢答应啦。勇气都答不成，勇气。难提出嘛？还要送出席委员会，怎么可能？不可能。黄俊伟王爷讲话的，主席，市长，我们在场的一级主管哈，包括我们议员同仁，包括媒体们，今天听到
我们市长哈，第一次的施政报告里面所报告的一些的内容哈，我发觉到哈，你所讲的一些哈关于原住民的议题哈，都没有听到我们关于多位期的原住民的议题啊，但是你要讲到一些的哦，三层的原住民的议题，那些议题那都是过去的老生常谈、常态性、永续性的啊一些的政策。那我想我们新的政策都没有提出任何的一项，所以不晓得市长在我们原民会这边他是不是没有提出一些对对期的问题，包括我们三层最新的一些的问题。那么我相信市长你在100天里面你曾经去过3天啊，去三层去了解三层如何对三层的一些议题跟新的政策，那目前的需求是什么啊，来去关心。但是市长你去了3%啊，3天的事情在三层，那应该你有很多的一些的构想要怎么样改变哦，三层的一些的问题。但是首先现在所看到的我看0.3%都没有啊，请问一下市长，好，你去哈三层你所看到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好，我上去是成立一个和平专案哈，第一个帮忙和平区的公所跟代表会整个未来预算的编列跟支持，包括一项像这个大理山地区的垃圾我们马上追加2000多万，另外包括原民的一些权益啊，比如说55岁以下的这个就可以装啊，免费这个装假牙，所以这些政策也有反映在我们比较详细的，好，就是属于那个是永续性的报告里面。从过去哈，胡志强一直到现在，那都是有的一些的哈，就是常态性的。那我想新的一些的政策哈，很像我在103年时候提出的很多的问题，很像原民会这边很多都没有提供资料给你，所以你这边在你的施政报告里面哈，完全一字都没有写上，包括昨天的财政报告里面追加减的预算，连追加减的预算连1块钱都没有。所以总结说，仅是有原住民的相关的原民会啊，社会福利跟还有原住民区的经费，一些常态性的问题。好，那希望新兴的项目，当然我们也会来努力。都有的，好，但是新的问题里面哈，你都没有提到。所以讲这个缺失哈，不是市长的缺失，我想应该是我们原民会这边的行政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缺失。所以讲应该我们议员所提出的一些的问题。应该原民会要做成一个资料来提供给市长，让市长能够了解我们对其需要的是什么东西，来从这个问题里面来编列预算，来解决原住民的问题才对啊。所以今天呢、啊，什么事情预算都没有，所以你这边都没有提出一些你的意见的看法，所以问题我想是原民会的问题。所以我希望原民会这边有很多行政人员呢、啊，你一定要上级的法条来真正关心我们的原住民问题，不然今天啊，市长，你今天就不会写上今天的你所提出的一些的施政报告。所以讲，我们原民会这边一定要做很大的改变哈，所以让我们对期的原住民啊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原住民的综合服务中心，去年呢、啊，上半年跟下半年的定期大会，我们都讲，我都讲这些。但是从104年的预算没有编入进去，照理讲应该追加钱要把这预算要纳入进去才对，也都没有纳入，所以整个在堆砌里面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哈。第一点，第二点的问题，我们原住民呢、啊、我们要需求的是什么？是技能，你要培养一个技能，增加他社会的竞争力，所以我特别要求应该要编列一些的技能训练的一些的经费，但是104年没有编，但是这次的追加减也没有编，所以我不晓得在今年度，我不晓得原住民要做些什么，我不要做些什么。有关于议员的建议，我们会优先纳入下年度的预算编列，好，就是原住民技能的这个方面的培育性。
好，好，坐。好的，好，你坐。杨庭元也请发言。谢谢主席。我们市长的这个施政报告很重视环保，而且讲重点哈，而且也很实在，就好像企业在经营一样，讲求啊节省。啊，我们这一份施政报告里面啊，里面没有什么啊图片，都是一些很实在的图表。啊，这些图表呢，还有一些文字的叙述，这个哈、哦、可能是在考验我们议员的阅读能力啦。幸亏我每天都有在看书，所以这个阅读对我来讲哈、哦、不是啊困难。所以我们林市长的这个施政报告啊，这个封面是黄色的啊，非常的节俭，而且也重视这个环保。我看了之后，我把它分几个重点啊，第一个就是除弊，第二个是心力，第三个是行文字源，这三个部分非常的简单，很容易懂，而且又讲重点。在过去这个四年中，有八本这个施政报告在我们副市长的时候，照片的这一个篇幅比文字还要多，会让人感觉到哗众取宠哈、哦。尤其是台湾塔的照片，第二次的这一个大会的时候啊，我们这个施政副市长的施政报告有一就是漂浮的眺望，到第五次大会的漂浮的空中花园啊，大家都可以看到哈、哦，非常的美丽，非常的精华哈、哦。这是第二次的啊大会的市政报告啊，这个里面上面有我们的台湾塔，好、哦，台湾塔遥望的这个台湾塔。那、在第五次的市政报告呢，也是台湾塔哈、啊、空中花园哈、哦，这个台湾塔。所以我认为台中市政府哈、哦，我们市政府不能够啊用这种哗众取宠而且华丽的词语啊以及图片的推典来告诉，来让我们啊民众啊知道你们的成绩，而且要用很节省省时省钱的方式来推动市政。那我们现在的市政府就是往这个方向，很容易让我们民众看到我们市政府是在做事的哈。所以我在这边看到了过去翻开的这个四年前四年的我们副市长的施政报告里面，他的印刷哈、哦，一本比一本还要漂亮，一本比一本还要精美，哈、哦，大家都可以看到，尤其是我们这个施政报告里面的这一个图片纸张，都比我们现在的啊这一个林佳龙市长的还要精美，还要美丽，还要漂亮。这就是我们企业经营的方式，节省，哈、哦，节省时间，节省金钱。好，哎，好，我们市长要好，有意见。我先回答一下杨议员的刚的提问哈，因为我自己也查过了哈，在包括行政院、包括六都里面的施政报告啊，基本上都是用我们现在这个格式，而且不叫施政总报告，就叫施政报告，这也是尊重议会专有的名词。那以这一次是我的指示啊，就是以朴实啊，那么的方式啊，就是用文字的来表达。那当然这一个预算上大概只用了28000元，那平均差不多过去的三分之一的一个价格。那我希望说也用这样子比较，就是一个符合规定的方式啊，就叫做施政报告，而不是施政总报告。然后这个真的是政策的方向。那但施政的成绩啊，如果我们执政到一个成果之后啊，那当然啊，我们也会会诊。那最主要是我们有另外两本很详细的，我们的就是定期会里面啊，各局处我有要求他们就详细的政策的一个执行情况啊，能够给议员们啊作为我们啊问政的一个依据啊，这个做一个说明，谢谢。好，我们前任市长的这个施政报告里面有很多这个照片
来写出他的政绩，但这个都只能吼看到而已，摸不到，所以非常的不实际哦，缺乏实用性哦。那我希望我们现在的市政府，好，时间到，请坐。那个李店长哈，张台湾监理员请发言，不在座位上哈。刘永正议员请发言，不在座位上。杨振东议员第二轮请发言，三分钟。好，谢谢主席哈。市长，请教你，卫生局在四月初就发现了四家饮料店，这个有这个农药残留，您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答一下嘛，知道还是不知道？这个尊重卫生局他专业的一个，哦、他一个对你不知道判断，我是到昨天才知道。局长，下情不能上达。我有指示他们要积极的去稽查有关于食品方面的安检。局长、市长，昨台南市公告了这个，你觉得台中市的脸有没有丢大？没有，没有。对，为什么？你能不能讲一下？好，台中市发现了，结果一段时间不公告，不是不公告啊，台南市可以公告。台中市不能公告，他有什么隐情啊？没有啦。啊，有什么隐情？我想请我们的徐局长来跟各位说明，它涉及到我们中央法令的变更啦、啊。中央法令的变更，那么为什么台南可以公告？那所以那个有通告、啊。为什么台南可以公告？我想哈、这个专业的问题，我充分的信任我们台中市市民说清楚。这个部分由我们徐局长哈、来做一个说明哈、局长。为什么台南可以公告啊？你不能公告，有什么隐情？是机密吗？好，我想先是不是机密？谢谢议员给我这个机会说明了哈。我首先长话短说，首先向议员说明的说，这个四月初的这个稽查是我们主动稽查，是我们主动稽查。稽查到了为什么不公布？稽查了以后，我们至少需要20天的作业时间做检验报告的显示。所以真的是要那么多，因为呢，如果我们发觉有异常的话，你是四月初发现的，不是发现，四月初去抽样，四月初去抽样，抽了样以后呢，送到我们的南屯实验室去做检测，那平常我们的检测时间一般来讲就是20天。这是因为这是我们的例行业务，而且这个是我们今年我们主动自己去做的。是你检查出来，台南市替你发布，不是，是因为你检查出来，台南市替你发布。我可不可以说明？议员，我可以说明一下，因为呢，在去年七月的时候呢，这个标准它从不要讲标准，我们都知道。OK， 好。那么我们其实为了慎重起见，我们把这个所谓稽查的标准跟台南市讲，希望他们去再 check 一遍，说他们这个0.004是什么时候拿到的，然后我们两边同步，我是跟他讲好的是同步要发。那台南市出卖了你哦。是。你真的是背黑锅啊。好，请坐。我是跟他讲好同步，结果他就先出去了。好，请坐，是请坐，是尊重我们宅心仁厚啊。请坐，李先生，李议员，请发言。好，请坐。谢谢。请坐。我忘了。不是。谢谢。李先生，李议员，请发言。谢谢。议长，大家好。请问市长吼，你中昼食阿未？阿未吼，辛苦。没啦。你这样吼，慢慢来吼。渐入佳境了。我想我们各位议员吼，都非常理性的吼来问政吼。尤其我刚刚听到那个段议员吼，伊唔爱遮温柔呢，嘿，实在是不简单吼。为了地方啊，真的啦吼，我们也是出自这个大理雾峰区哈，包括我们在场的我们张凤仪张议员也是一样吼，希望公起定吼这个多关照一下吼，包括说你刚刚提到的国民运动中心，希望说吼在施政报告的时候能够吼下一次把它补齐吼，包括说我们那个东西府的那个匝道吼。到底多少五当年几万公尺公尺政策是延续性的，我们希望延续一些好的政策啊，但是中央不一定要给我们延续啊，中央因为地方改朝换代的，所以他很多的政策都给你用这些生活杯格给你用技术性的来跟你这个阻挡说这个
过去的啊这些政策可能都还没有啊送到行政院，可能这个经费都还在审议当中，所以说啊经济那的建设都怎啊无疾而终啊，所以包括这些事情要讲清楚哈、哦、啊拜托市长哈、哦、多用一点心呐、啊，虽然做辛苦的中头也袂吃哈，啊但是嘛是爱把身体顾好，啊好我为民哈、哦、来这个服务啦哈、哦，啊当然我刚刚听到我们的卫生局局长说哈、哦，这个检验报告哈、哦、要20天哈、哦，有什么方法可以把这个东西给缩短哈、哦？在这一次的追加检当中哈、哦，也特地有这个我们的这些设备的一个更新了、哦，是不是说我们设备更新之后，我们这个哈、哦、时程可以缩短？因为我们的同仁有疑虑说啊，阿姨在讲哦，阿姆的给你们在讲的这个啊这个。这个不好的东西，是不是说卫生局局长你要做一个补充？有没有补充的？有，的确是需要补充哈。那我们这次在追加预算里面也希望正在明年的预算里面也希望增加我们的一些比较好的一些仪器。那么其实增加仪器以后，另外一个是要增加要增加工作人员了。是。那我们在内部也做了一些工作的一些检讨，我们希望呢，从原来20天变成14天。这是我们在内部正在进行的一个工作、okay. 在做流程的一个改善的一个工作。另外我借这个机会的向议员来报告，其实我们在发掘这个数据出来的第一时间，我们就立刻就到那个所有的店家去跟他封存。所以其实讲实在，我们同仁实在很辛苦，就在当天我们的同仁工作到清晨4点，目的就是说希望把一切都理清，而且立刻就把它封存上架。所以在我们得到那个检验数据的那个第一时间，几乎就是把所有的东西要求它下架。好，所以现在看得到的部分，几乎在那一天的那个时间开始就已经全部都下架了。好，那我们希望说20天缩短成14天了哈。希望马儿好，又要马儿哈，不吃草是不可能的。希望说我们的同仁都能够来支持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啊追加检的预算哈，让我们的这个新的团队能够好好。好，时间到，陈玉姐，陈玉姐，请发言。感谢局长哈，我无过疫情哈。咱市府的各位主管哈，其实从昨天跟今天哦，拢大家辛苦了哈。但是我有反映到哦，一个行动局长哦，张德议会当然甲讲了，伊马上就从善如流，尊重议会啦，还是不错的啦哈，冇咧尊重袂歹。局长先考者哈，教育是不是百年大计？是不是要小孩子是不是未来希望？请你答复一下。对，小孩子代表未来，嘿，是百年大计的交易。谢谢，请坐哈、哦，秘书处长，请教一下哈、哦，从12月25号到现在哈、哦，你做了几个台中市林佳龙市长的人行立牌？你做了几个？哎，报告议员，那个人行立牌的部分，因为不是秘书处这边制作的，办谁做的？可能要请相关的局处回答。相关单位自己做哦，安尼起定列人行立牌失真哦，应该统一做才对了哦。我建议哦。这3-5摆呀，因为哦，头先你讲的啦哦，小孩子是我们未来的希望啦哦。当然，那以连任为考量的话，这些小孩子到你下一届要选举的话是没有票的啦，不见得要理会他。但是哦，小孩子刚开始有了希望，你马上让他失望哦。在我们国小的模范生表扬，你竟然用一个人形立牌去跟他们应付，呼隆呼隆啦哦。还有另外一点哦，请教一下。从你上任之后，你有没有清查过我们台中市的教室的危险教室的部分？有没有清查过？啊，报告议员，这个数字我们都有掌握，多大也了解哈。因为学校它当时在新建的时候，包括建造、史造，这个都是很多历史的因素。我常常哦，在帮忙很多学校要争取预算的时候了哈，那时候在帮民意代表，都涉及到这个问题，这个都登录有案，但是有些真的是时间久远哈，很难回复。所以这问题是不是像监察院讲的那么单纯？市长有他实际上还要去做很多的对于。谢谢你，谢谢你，请教一下哈，你晓不晓得目前台中市有几间校舍是需要拆除，目前能在使用的有几间？当然，你讲的所谓拆除的，应该要拆除的危险教室，目前能在使用的。如果他是要拆除哈，那就是一定要拆除。那现在是讲哦，不是应该拆除的就要拆除，是应该拆除目前还在使用的。从你12月25号到现在就职，完全没有任何一项作为。为什么我要这样讲？目前还在使用哈，就讲等一下你要讲，我留10秒钟给你讲，还在使用，因为。好像说法是教室不够使用啊，但是我跟你讲，台湾是一个高地震地带的，921是因为发生在晚上，幸好如果今天再一次的强震。
是白天，你这些危险教室堪用吗？这些小朋友他真的有他的应变跟逃生能力吗？请你要好好思考这个部分要怎么去做，该停用就要停用，该新建该改建。对，请坐，时间到，请坐。如果是围楼，我们就不会让它继续用了哈，就是认定上有一些要补强的或者是可堪用的，好，那我们就来加强，谢谢。哦，多谢多谢，来，哇，这真无他讲，来啊、但是这个邓伟德讲，除弊兴利啊、行稳致远以外啦，哈、哦，当然，咱到尾啊，你的目的哈，其、哦、中你的目的可能就是生活首都啊，创意城市，建构这个啊伟大的城市啊，但是啊，这是一定爱有想法了后，爱有做法，啊嘛爱有方法，啊那无。有想法，无做法，啊，无方法，我看是无法度达到迄个目标啦，吼。我记吴志强要上任的时候，十三年前哦，我改第一天我就改问，也是像今仔日的事情报告，讲你下任的时候，你希望市民还是全台湾对你什么评价？因为伊也做过外交部长，也做过驻美代表，哦，你的学经验嘛无输伊啦，吼。咱嘛那么哈佛，咱嘛啥耶鲁的，帕索西的，吼。咱你讲看卖，咱那下任的时，那不管四年还是八年，你要做啥？你要防讲你林佳龙是什么款的市长？讲者。使大台中实质升格啦，哈，那就是整个真的是均衡发展。那当然，旧市区的再生，还有新的哈，因为山海屯的一个合并之后的均衡发展。这个大概是我认为台中具备成功的条件，但是在奠定基础的工程上，我们现在真的是关键的十年，好，所以这个部分有硬实力跟软实力。硬实力我讲的大台中一二三，软实力就是我觉得对人啊跟社会投资啊这方面就是要加强，那让青年在这里好创业，有就业。你用一句话讲啊，你哪？任期结束，四年啊，八年结束的时候，市民对你什么评价？我这样，我查，我你怎么过来？伊是跟我讲啊，说伊希望市民是讲伊传奇的市长啊，但看起来慢慢无传奇咧。我想就是实在的让台中能够实质升格，好，就是说台中市基本上是囡仔登大人，整个城市的骨架设计要在未来我的任内里面把它奠定基础。爱你城市啦，啊，我是讲你个人，你希望市民还是讲全国人民对你什么评价？就是一个实在做代志的人。实在做代志，好，安尼你都爱实在做代志。比如讲，头拄啊段伟仪，嘿，我从来冇看过遐尼温柔的门前的哈。嘿，我嘛，啊，李天星感受到，嘿，啊，即嘛头拄啊就讲啊，说这个啊，武峰代理啊，无重视，像咱东南区你的聚集地。哦，东南中西嘛，文化教育学习园区哦，咱要来建构迄个物件，要安怎做？其实爱有想法，了后爱有做法，爱有方法。我咧家具体建议，充分利用各区公所这人力啊，这人，大家头脑拢真好，好好啊，叫因做上盖好的对仗，这就是上盖好的方法哈、哦。好，谢谢，谢谢，请坐。啊，大家来演请问。谢谢主席哈。请问一下文化局长，在市长的施政报告里面有提到啊，我们的台中公园、啊、是我们本市21个主要的观光游憩区啊，请问你知道吗？请回答。对不起，那个议员能不能再请说一遍？本席刚才讲到说，台中公园是本市21处主要观光游憩区啊的游客人数统计据点之一啊，局长你知道吗？知道，知道，你回答嘛？你点头，我想怎样哈、啊？了解嘛？啊，市长嘛讲到啦，台中公园的鸟居要做修复啊。是。这你嘛怎样嘛？对。嘿，那在这一次啊，文化局的追加减预算里面啊。针对我们台中市多处的古迹的修复和维护，都提出了追加预算呐、啊。阿伟乡民台中公园的以上都没看到。有关台中公园的鸟居的修是由建设局在负责啊。那我们文化局负责这个调查研究。台中公园只有鸟居
可以做吗？我们有关整个台中公园的整个调查研究呢，在后续呢会继续做。所以本席想要请教的时候，有关于这个台中公园整体的历史相关的文化的研究，包括修复啊，相的这个计划跟预算，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出来？我们会提明年，希望能够提明年的预算。提明年的预算，所以说在相关于这一些的研究跟计划，本席能够参与吗？哦，当然很欢迎。所以说你很确定这些研究跟修复里面不会只有鸟居就对了。当然。大概还有什么？还有更楼，还有神社遗址，还有望月亭。望月亭有两个。还有爪哇银河欢，还有我们的三角点，就是大墩原来的大墩的名称的由来，还有晃送头，还有福星亭，中山桥。在这里面，文化局长本席也跟你提到一件事情，在跟楼的前面有一个方形的池子，是前文化局长盖的啦。然后那方形的池子现在也没有水，本席会建议那个方形池子一定要拿掉。有个方形黑色砖块，本席会带您去看呐、啊。这我们做整体研究，做整体研究的时候，本席会跟你们一起做规划、啊。所以你们说那个哪里一定要拿掉、啊？好，时间到，请坐。张红林议员，请问。吴夏伯，谢谢主席。市长、各位局处长、跟咱家的媒体朋友、跟咱的同仁，大家非常辛苦啦吼。长话短说，刚整天听下来，我们的关键字都是政策啦吼、弊案呐、有没有赶这几件事情？那政策已经讨论很多很多，我想要提醒一下市长，我们这个大里区哈、月底要开一间迄个什么国际观光大夜市，只要有人要来我们的选区做行李哈，繁荣地方我们都非常非常欢迎哦。可是这件事情可能要先给市长提醒一下哈，可能跟都发、经发还有交通局长，也许你们还没有上报上来。这个代志就是安尼讲啦哈，这是在我服务处的旁边，所以我一定要提醒各位，这个建筑物有一些是有史照，有一些应该是没有，而且它还在赶工当中啦。然后它又说的很像是会那个大爆满那样子哈，那告示哈，那个交维哈，是不是？那得用事先来帮助他。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都发现说啊，他的违章啊，所以咱有机会来给取缔，然后他就要再找民意代表来关说来什么这样。我们能不能主动出击啦？制敌机先，这个敌不是敌人呐、啊，这个敌就是危机啦哈。因为现在一点也太掐，因为那个台里的那个中兴路二段跟东荣路就是很繁荣的地方，然后也没得停车，到时候就会搞得一团乱。然后，市政府都够去用没啊？那我的想法是，如果我们现在能够提出来，先帮他有什么方案帮他解决，那到时候人民有没有感都是在家安内啦。这个是第一件事情要提醒咱起建户哈。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讲咱台独啊，段议员跟李议员，就是我们大里雾峰区的同仁都有提到的问题啦。其实在临时会第一次的时候，我们也讲到市长你给我们台里五峰三回吼，有问过啊哈。那你说在定期会会有一些报告出来啦哈。那当然啦，台里人较侪啦哈，所以就可能会被大眼看待啊。五峰老板哥吼，就有一点点被小眼啦。我们就觉得大细窟吼啊，唔好大细吧安尼啦哈。五峰的乡亲非常的淳朴，非常的热情哈，然后期待也很深呐、啊。所以讲吼，咱乡亲也定讲就讲，啊，咱家都无都市计划啊，啊，都无工业区啊，啊嘛无通买工业用地啊吼，然后这个也没有，那个也没有啦吼。啊，好不容易吼，这里底有讲就讲，咱有迄个影视园区啦吼，这是一个亮点哦。那影视园区它有多大？
刚刚市长有指示说还会有第二期，那当然我们很期待，可是他好像是只有一点点啦，第一期啦，他只有一点点，那他什么时候可以完成哈？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方选可以 run 哈？那他可以制造出多少产值出来？因为这不是跟他问的就业机会呢，这是有可能会带动我们的观光哈，那个是。我们就期待这件事情啊，因为其实大家一直想要问说，市长你好，温母轰三回了哈，啊，所以这也是好问几类看明确，我们希望他是这一任四年，我们可以完成到哪里？我们希望他够大，他够让雾峰变成一个亮点，可以吗？可以请谁回答？议长。议员很谢谢关心，就是雾峰的整个中台湾影视基地的一个进度。那整个中台湾影视基地的这个预算7.8亿元，依目前的进度是在106年的年底会完成。那市长刚刚提到还有二期工程，最主要是因为这个第一期的工程，我们运气很好，我们取得了一个3公顷的土地。但是纵观不管是亚洲还是欧美的影视基地，其实以3公顷来讲，应该还可以再更大一点的土地，所以我们目前正有寻觅几个可能性的土地，可能会跟中央目前开始进行协调。那这个部分我们就希望把它视为二期工程。所以现在比较确定的就是这个第一期的工程的7.8亿，预计在106年底会完成。那整个园区的定位，因为目前我们在做的事情其实就是不希望在它完成之后，它变成没有人使用，而是要使得影视圈真的可以来使用的一个基地。所以我们最近在做的事情其实是跟很多影视圈正在进行讨论，包括我们要建这一个全台湾唯一的一个影视的基地，它要发挥是亚洲地区其实缺少的一个区域，它亚洲地区缺少的影视中心。潘姐，因为时间快到，我要问一下，现在那个高雄、台北他们都有啊，桃园还是新北都有啊，那我们能够亚郎吗？对，包议员，其实只要定位明确一定可以，因为我们最主要包括台北、高雄他们没有的是一个完整的，包括数位棚，还有整个它的一些特效。那如果我们的一些包括水池，包括我们跟造浪池的一些建设，能够把它整个更为完善，应该是可以成为整个亚洲的亮点。谢谢议员。好，时间到，请坐。邱金龙，陈远九万人不在座位上，最后一位哈。内王叶九万人，谢谢。来，我袂讲完，我压轴。好，谢谢议长、市长，还有各位局处首长，我们议会同仁，大家午安哈、大家辛苦了。但是要当长就是要这样啊，卡政府引得起案例哈。好了，谢谢市长，看到你的施政报告哈，到最近，因为你里面有一个。观念跟我是跟你完全雷同了、推动善，我是推动社会善良风的行动义，我自己这样讲。然后里面有提到，刚好最近发生就是在网络的霸凌。我发现胡志强为什么他13年他没办法连任，因为他是被霸凌的，被很多的口语霸凌、网络霸凌。因为本席从你的这种施政报告里面，事实上很多的整个建设都在前朝政府。他本身所规划下来不断的在完成当中，你里面也是有蛮多的肯定，我们讲真的，包括你对台湾灯会，若不是胡志强当时的极力争取，也没有这一次我们台中的骄傲。所以有很多事情我们应该是就事论事，事实上有就有，但是外面很多就这样、大家断章取义，他就这个更新了、这要顾啊，都没在走，实际上他真的是做很多。当然你里面是要改善很多、本席也是蛮肯定你的。那这边当中有一点很重要，你一直强调你不是蓝队不是绿队，是台中队。本来我们整个施政就要跳脱蓝绿，这才是对自己留下一个根基啦。你里面有提到一个重点，你在施政，尤其是你第一年你刚就职百日之后，你既然在里面你提到一个重点，这是目前来讲在台中市当行政首长里面，你能不能突破以往的惯例？你在这里面提到一个重点，在你第二页里面你提到旗舰100将会针对未来8年愿景规划推动。市长，你对你的连任你有企图心，你怎么施政你把规划8年，这是对的。但是我们以历史的经验，之前的政党轮替，廖永来、张文麟都只做一届就没有办法继续连任了。你能不能在绿营当中能够在台中打破僵局，就看你如何去做。所以你能够跳脱蓝绿，希望你这么做，本席跟你肯定。但本席要提出
浅草的一些问题，也希望说在这边你能够去做一些改进。就你在第十八页提到，台中争取了九座国民运动中心，七座的经费既然是体育署来补助，为何太平？人口是台中市的第四大，土地第二大，仅次于和平区。为什么太平的国民运动中心你要市府来自筹？可以从中央争取，为什么要市府自筹？其中的原因本席非常清楚，一个太平的国民运动中心，从本席就任市议员的时候，我就已经在极力争取了。当时的极力争取，包括在台中县的时候就在争取。那个时候重点在哪里？因为那时候有一个新光区段征收，刚好就在万平公园。国民运动中心本来就建设在万平公园，那是最理所当然的事情。经费不够，我们新光区段征收的经费予以补助，结果呢？浅草，我们讲真的啦，没办法，硬把一个国民运动中心硬要移到哪里？移到森林，运森林的那个什么平林森林公园，地目完全不符，整个要经过走变更程序，造成经费整个这样去延宕下来。身为民意代表所讲的每一句话，真的实在是要好好的记住了。就因为这样，让体育署该补助没办法去补助这件事情。真的，市长，你要讲清楚、说明白，让所有市民知道，不要真的本来就可以完成的，就因为蓝绿的问题而产生没办法去争取。我也不是蓝，更不是绿，我是台中队，因为我是无党无派的，所以希望市长你的施政能够跳脱。我再向市长报告，在前朝他已经规划在我们北太平，太平最多人口地方在北太平，他已经将一个学校预定地暂时没有需求性，把那学校预定地暂时作为什么临时的停车场，结果呢既然在你手上把它整个废除掉，要再重新规划，这件事情对我们北太平伤害非常的大。我希望你能够悬崖勒马，能够把这件事情对民众有帮助的事情能够真正的落实下来。你的施政里面你提到你希望能够充满善念的循环，本席予以肯定，也希望你能够真正的落实，真正的去做到，希望能够让台中真的是善的。好，谢谢各位议员了、哦。那我们今天的会就到此结束啊、哦。好，散会。好。来，我办公室讲啦，行。